Hello，Hello，啊，有没有成功开台啊？Hello，哦，有。Hello，Hello。啊，今天一款，应该说上个月7月29号买的啦，那今天才打开来。那时候其实我问那个谁，有问尤里呀、他说：“这款有没有兴趣？”他说：“我推的都有。”我说：“好吧，那你要不要买？”然后忘记他有没有买了，我记得他好像有。啊，是另外一款啊，这款是番茄推的。那另外一款是尤里说那个鬼会追到车上还是什么，在地上安全那一款。对，那这款是番茄推的，他有推给那个安妮什么的。那安妮也是之前加清那个已经先买了，然后昨天才打开游戏啊。上次就约好的那个吗？不是这个是另外一款。我另外一款我也买了啦，就只是等他有比较有空吧。什么啊？欧弟点不了火啊！啊，欧弟。他们需要开场，这边是不急啊。这边有没有听英文歌？我稍微哼一下，你们因为前几次直播想说问观众的，就是有一首英文歌，蛮老的啦，就是它的前奏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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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然后副歌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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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有人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歌吗？我应该是哼得很像了啦。这首蛮老了，只是最近在看抖音，一直有人就是拿来当背景音乐，在那个解说电影，就觉得哦，好好听哦，不是好好听啊，哦，好怀念哦，就突然想要去找来听。对，这首很老了，所以有人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我等一下大不了再问一下他们。什么 ？B？ 真的吗？你这么厉害吗？因为我想说，不是有人说以歌找歌吗？就对对吧？总不能噔噔噔噔啊？是不是上那个 Bay Day 的啊？听一下哦。听一下，哦，对对对对对，哦，你好棒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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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唱 Bayday 的啊，谢谢谢谢。要么是你太强，要么是我哼太像。没有啊，这个真的也要知道歌名。好，谢谢。你知道吗？这一首我前几天就在想说，
我一定要开台问你们，一定要开台问你们，一定要开台问你们，就问到我自己都、哦、忘记这件事情了。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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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听看这首啊，因为老歌就是经典。啊，谢谢谢谢谢谢。因为我知道，你知道吗？我只要开台，我没有，我只要每次滑到抖音，然后我都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啊，旋律不能忘记，最重要就是，问你们是重要的事情没错，但是旋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就是跟自己讲说，如果开台的话就好像就是多登几次吧，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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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阿姨、哦、有在变好了。好的，我刚好问好，问了观众，我心中心心念念的一首老歌，没想到已经有人答出来了，我好开心。老歌？对啊，因为就是滑抖音嘛，会看到一些有些人说，我三分钟五分钟解说那个电影，哦，然后有首背景音乐就是。很老很老的歌，我刚刚就随便哼了一段，然后就能答出来了，我就很开心。我终于不用再一直每天都想说，我一定要问观众这首歌是什么歌。你可以哼哼看给吴杰听，搞不好吴杰也知道。不要，他四百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叫我们，他叫我们来玩那全民猜歌比赛之类的，对吗？就随便哼个旋律要吴杰猜，他这个人。可以，没什么。哎、欸，你好了吗？我也好啦。那要先进去吗？还是、啊、开始游戏？诡异化鬼，好诶。诡异化的鬼，这款游戏诡异化的鬼，英文名字怎么念啊 ？Ghost Ghost 啊 ，Ghost Watchers。哦，那你知道第一个单字是什么意思吗？哦，鬼啊！哦靠呗！哦，可恶！哎、欸，为什么大家都长一样？哦，有一个女性出现了。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先把你们声音关掉，先把你们声音关掉，关掉。内麦怎么关？哦，对，内麦，他有内麦。内麦。我刚刚开启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我想说是鬼。哎，我画面都卡。沉默的是什么？是关的意思吗？可是他预设是关诶、欸。哎、欸，那我现在听到声音是，你好像好了。好了，我关好了。你们请问三个男生看着我是什么意思？笑。你的胸部的物理做得不错诶、欸。可我不能看。哎、欸，所以我以为这女的是 Annie， 原来是繁星，是不是？不是繁星。怎么了吗？亮度是哦，等我一下哦。哎、欸，我要多把你们声音关掉哦。哦，语音聊天最后一个就可以关了，是不是？等一下，请问站在我正面前是安妮吗？语音聊天最后一个，哎、欸，我这边都关的、啊，奇怪了。哦，可是我怎么听得到你们的声音呢？嗯，对啊，我会听到繁星的声音。啊，那个其他语音聊天、嗯，其他里面有一个语音聊天、啊，我可是我关掉了、欸。哦，好，我也关了，把它关掉。OK， 敏感。哦，开才是静音哦。好，哦，开才是静音哦。对。那怎么特别？真的好特别。啊，灵敏度是不是这边不能调 ？OK。哇，这个好酷、哦。不好意思，这个人一直在看我是什么意思？好羡慕哦。哎、欸，你要拿那个吗？那是什么、啊？那个摄影机，然后去拍他的胸部，会拍到可能会被编台的东西哦、喔。真的假的？来来来，拍，我去看你们的台，我可恶，我物理引擎做得很好。干嘛？要要？还有没有姿势？对你要再贴近一点点。哦哦，嗯，然后。对，可能瞧一下角度就会看到比较意想不到的东西。你说要破图是不是？哇哦，要
要看那个是摄影机的荧幕画面。我怎么还是有听到你？等一下，你真的不怕哦？不行啊，你等一下也给我去换女生。哎、欸，那请问男生照下面也会做得很好吗？你可以不要吗？好像没有，男生的话好像没有，只有女性角色。我有三胞胎啊，好恐怖哦！我记得他男生女生不是就一样的，只是换衣服而已吗？是吗？嗯，哦对，就是只有目前就只有两个角色这样子。嗯，男生女的。我问一下，你们听无界的声音有？对，就是收讯不好，对吧？哦，有回音吗？不是，是 DC 人像有杂讯。你很像准备进入山洞里面，不是游戏里面有回音哎、欸，你还有回音哦、喔，你通通关掉啊。他是我刚刚都按过了，开一个关我都按过了。嘿，然后嘞，然后无界讲话还是有回音啊。嗯，我听没有哎、欸，我只听到旁边有奇怪的声音。我一直听到鬼的那个。啊，还是你们把选择麦克风都弄掉了、啊？我都关掉了、啊。哦。我就选择麦克风，怎么截取是我的那个截取盒？我听到鬼在里面乒乒乓乓的声音。我也是。然后，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这边右边架子第二排这边的都是可以找鬼的工具。嗯。这边都是，大家可以随意拿一下。然后除了，它有一个通灵盒，那个通灵盒的话呢，是可以跟鬼讲话这样。那你们按 tab 的话是就像Bismophobia 的书一样哦，有这些东西哦。然后它有一个百科全书，嗯，然后你们可以点一下。好，那百科全书你往下滑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些鬼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孩童啊、黑暗啊、长角恶魔啊。啊，鬼就等于是这个样子了吗？对，你看到它长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鬼。有幽灵耶！哦，有僵尸哎，对，有僵尸。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要去找一下他是什么鬼，然后鬼是什么年纪、嗯，然后什么心情这样。然后这边呢有个巫毒娃娃跟通灵板，这个也是，这个是看鬼的心情的吧？我看一下。对，巫毒娃娃。巫毒娃娃跟那个通灵盒是看他的心情的，然后通灵板跟一个粒子计量器，这两个是看他的年纪的，这样子。那其他的就是什么是粒子计量器？巫毒娃娃在哪？粒子计量器，巫毒娃娃在通灵板旁边。哦，这里。嗯，粒子计量器是我，诶。我要把蹲下改成、不是这个，粒子计量器是哪个？哦，黄色这个，黄色这个，第二格最右边这个黄色这个，那个你只要放着、哦，然后鬼呢有活动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读趴数，然后等到100%的时候呢，就会知道那个数值是多少这样子。对，就这样子。对，那其他的呢？这边的，就通灵板上面这一层。有十字架啊，什么东西，这个都是保命的东西。嗯，对。那除了圣水啊，跟圣火，就是鬼出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要按右键还是左键啊，我有点忘记了。嗯，然后十字架跟那个耶稣基督的，还有那个旁边有一个香，这三个他们身上不是有绑那个三个绳子吗？那就是表示他们可以挡三次。哦、那三个绳子都用完的话，那表示这个道具就没有用了，这样。对对对，那你们如果还不知道鬼会怕什么啦，通常都会怕，但就可能会有其中一个没有效这样。嗯，那一开始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稍微赌一下运气，如果还不知道是什么鬼的话，好，应该就这样子。怎么切换道具啊？滚轮，滑鼠滚轮。哦。对，然后一样可以拿三个。然后呢，这个车子这边中间这个有一个宝贝球，这个就是最后
要用这颗球去丢鬼，然后就可以收服鬼这样子。哦，啊，会丢失败吗？嗯，好像会，但通常你说他弹弹弹又跑出来是吗？对，啊，或是他会挣扎，那个挡掉之类的。是不会啦，通常就是丢了，你就把它想成是大师球就好了。哦、可是动画里面大师球有失败过哎。没事没事没事，继续继续。然后他左右两边这边不是有两个东西吗？然后上面写的数字三。这两个东西呢，你只要放在旁边，那鬼出现的话，它就会闪一下，然后鬼就会被它吓跑这样子。Oh. 可是呢，它那个三呢，就表示它只能用三次，然后它还有一个 CD 的亮条。嗯嗯，两个都一样，就是用了一次，功能不太一样。一个是什么强光，然后一个是吸灵魂的这样子。哦、oh. ，对，好。就这样子，那我们先去找一下是什么鬼吧，给大家拿一下道具。我先把通灵板和相机，拿通灵板跟巫毒娃娃进去。哎，换道具还可以开手电筒？好像不行。好，记得那没事了。好吧。我要拿什么？哇，有人冲了！哦，不是吧？我才刚进来就被抓了。是啊，救命哦！那怎么救你？刺激的吗？怎么了？对，这不是普通吗？对，这对啊，是普通啊。还是我们在车上待太久了？手电筒只有几个而已吗？不是每个人都有吗？哦，车上有一台电脑，可以网购。可以网购？这里对，可以网购，他马上送到。就面我被带来院子了，这里，我看不到路哎、欸。院子，哦，这里。他可以跑多久啊？没有体力。哦，对，他没有体力。哦，太棒了，好舒服哦。哎、欸，哦。不见嘞！哎、欸，我已经走到正门口了。哦，怎么？所以鬼有可能有点暗哦。我要上去拿一下。那所以要找鬼房吗？还是不用？哦，不用，他不用找鬼房。啊，那温度计是拿来干嘛？一样也只是测证据而已。他鬼会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哦，多刺激哦！对。对，他会直接在里面。我买个手电筒好了。那这个摄影机它有夜视功能吗？哎、欸，其实我不太晓得这个游戏的摄影机可以干嘛。等等等等，震动，鬼射出来了，是吗？猎杀吗？跑出什么出？有吗？有，我刚画面很像被东西吸住，然后一直震动。哦，是吗？那应该就是猎杀哦。我现在猎完了吗？我手电筒好暗哦。哎、欸，哦，哎、欸，看到僵尸没有看到吗？有，是僵尸的图。我又被拖走了，救命哦！二楼了，二楼。我又被拖走了。我没有手电筒，是手电筒往前哦。我在二楼，天哪，他好爱我。哎、欸，我找到你了，嗨。哦，哇，你在哪？哦，这不是你吗？太好了，谢谢。这里，哎、欸，啊，这不一定是鬼房，对不对？对，他只是把我带上来。哎、欸，又来了，是不是？小心猎杀，猎杀！你们有猎杀？你们有人带那个吗？我带，我拿着。有声音。哎、欸，嗨，你好。好了，死人了是不是？有吗？没有，我拿着熏香。是啊是啊，怎么地上这些东西是死人还是搁地上？他挂在那边呢，他是怎么吊死鬼之类的吗？哦，你们有看他长什么样子吗？嗯，他挂的那个僵尸、啊欸、是僵尸。好，那我们已经确定他是僵尸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僵尸怕什么东西这样。啊、哦？僵尸真的是僵尸啊、哦？
对，哎，我的绳结已经少一段了，所以刚刚有保命成功的意思。对，游戏的等级大于二的时候出现哦。你们，就是按 tab， 然后选僵尸，嗯，然后你们再按旁边右边有一个什么捕获鬼魂，然后它就会显示什么东西。嗯，他说我未选择幽灵，就是僵尸怕什么。然后最下面的就是僵尸，他不怕什么东西，所以像我拿十字架，僵尸是不怕的。哦，对对对，激怒鬼魂哦，激怒鬼魂，他也是可以保命，但是就是可以激怒他的。那像这个盐就可以拿一包在身上。他那个手电筒只有三个，是不是？只有你们有。你可以去网购呀。每个人一开多少钱吗？我没有钱了。我忘记你们一开始没钱了。我没钱。哥，我帮你们买，我帮你们买。零。谢谢爸爸。有吧？哦，快挂在那边。有吧？对。我买两个。两个手电筒。哦。眼前一直有灵球在那边飘，灵球不是黑的吗？哦，又来了，来了吗？对，正在闪耶。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判断他的什么年纪，对，年纪跟心情。然后我们要看那个通灵板有没有动，然后还有那个巫毒娃娃有没有动。我把它丢在那边有没有？然后用手电筒照着，哦欸，然后还有地上，哦，他又来了，哎，白痴哦，那这是干嘛的啊？我刚那什么点到左键，哦，这不会是召唤鬼魂的吧？应该不是吧？是什么？绿的，绿绿的，感觉很奇怪。不会啊，薄荷口味的味道。哦，那消失啊！我记得好像是保命的。那时候新手教学我，我有乱玩过，玩就没了。我们要怎么判断他年龄 ？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 来敲你们。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震动吗？震动，画面有震动。对啊。哦，他又在墙上出现了。哦哦，等一下，他出来了。我拿着熏香，我拿着熏香。喂，是不是拿着熏香人就会被吓？喂，叮叮叮叮叮叮叮，应该是那个，欸，那个计量器。我被抓了，啊，二楼转角。哎，欸，真的哎，欸，有手电筒好方便哦，喔。对，转角哪里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走出来了啊！谢谢谢谢。Hello，哎，后面，嗨，欸，哎，他挥手，哎，好可爱哦，喔。500到1000，粒子计量器是500到1000。他刚刚就是躲在门旁边，然后侧身出来跟我挥手。这鬼动作 ，Give me a sign， 好可爱哦，喔。眼睛好奇怪哦，天哪！不是他，你下次看到你就会知道了。哎呦！那怎样才会被杀掉啊？就是他出现，然后我们都没有带那个防身道具，像刚才那个样子的话，哦，那就会被杀了。你下次注意鬼，他就会侧身请出来，然后跟你挥手。I'm friendly. Give me a sign.盐巴要怎么用？不回我，欸，傻吗？然后巫毒娃娃跟通灵板也都没有动。那盐巴好像驱邪，不是看脚印的，我记得。对，驱邪。他如果出现在你眼前，你赶快按左键，你就可以对他丢盐巴。Give me a sign。摄影机。We are friends。哦，又来了，又来了。开花爷爷，啊！哎呦，可恶！没打到蚊子。我们是玩保安游戏，都守门口。被发现我在打蚊子。
哈哈哈啊，可恶！我再拿耶稣箱进去丢。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 那个熏香不知道被我丢到哪边去了。We are friends. Take a voodoo doll. 年龄状态。Take a voodoo doll. 我的熏香不见。他叫了，他叫了，他在哭，他在哭，他在哭。女生哦，我又被拖走了，救命哦！拜拜啊！哎，什么呢？我在二楼。我那个门、哦、没有，是安怡哦。救命哦！这里是哪里啊？你在哪边？没有边。我，但是每次都拖来这边、啊。哎、哦，这边这边哦哦，我来了，然后小心哦，要拿。保命哦，保命哦！他我的保命刚刚不知道丢到哪边去喽。Hello， 你好。哪边？死了是不是？这是啊啊！这死了？番茄吗？这死了。啊，番茄死了、哦。死了。被回车上了。要拿哦？好吧，那我们回车上吧。真可惜。可惜了，他还年轻哎，刚成年啊。我的熏香刚刚，哎，昨天它不见了，它被我丢到哪边去了、哦？所以保命道具是要放在身上，不是放地上。对对对，好，捡回来，谢谢番茄。放地上的就是那个会自己闪光的那个东西，它就可以放在旁边、哦。我们刚刚测到是收听器，它在哭。我来研究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剩通灵板跟巫毒娃娃，可是这两个都没有动哎。你说，但它也有不互动的选项啊、哦，有可能两个都是不互动这样。收听器哭泣嘛？对啊，哎、哦欸，没有哎、欸，通灵板没有不互动的选项、啊，好讨厌啊！哦，又出来了。死后世界好看吗？嗯，好多灵球，好多灵球。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哦，那番茄你能打开？屋子里面所有的水龙头吗？这样可以解负任务。我死掉还有这个功能吗？对对对，请你打开屋子里面的水龙头啊！保命哦。他说可驱散鬼跟无法驱散鬼啊，我拿耶稣像没有用，是不是？对，这样子来说，对，耶稣像没有用啊。耶稣拜拜。还要出现在哪？我们可以放一个那个，嗯，摆在旁边就可以保命。这个我来放，好，这样就不怕鬼。哎、哦欸，什么东西破了？不小心点错。没事没事没事。哦，有。安妮，哎、欸，他在招手哎、欸。安妮，快按空白键，有解锁成就，我想跳。对。什么？我刚刚想说，嗯，记得无忌有说，竟然要狂按空白键。没有呢。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边走边跳。怎么办？巫毒娃娃跟那通灵板不动哎、欸。嗯，这两个等不到。但巫毒娃娃如果是不互动的话，它的状态应该是不安。不安。对，如果巫毒娃都没有动的话，可是通灵板也都没有动，好奇怪哦。因为我们现在缺通灵板，不知道它的，它有可能左右来回移动，也有可能杂乱的移动这样子。来手上没有啦，那个无界会玩，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现在抱他，抱他的大腿。所以现在就是在等巫毒娃娃跟通灵板。对。但这两个都没有动哎、欸，又来了，又来要我开水龙头是要干嘛？他说哦，有副任务可以多钱。
我开有用的意思吗？全部解完的话，应该会有一个音效。再不然的话，有一个。有什么东西啊？刚刚是有，没有。看一下哦，拿这个收音机听到哭泣声就是，是不是？对。啊，你 要听听看。哈这个你拿起来，它会。真的。年的话，我先看一下。哇。有吗？圣火炎魔镜。刚刚我也有听到哭泣声哎。嗯。刚刚我也有听到那个哭泣的声音。所以。那个数字变成二了是什么意思？刚刚已经挡过一次了。已经用一次了，对。对，刚刚有个闪光拍照的样子。火炎。好。我先跟你们讲一下现在大概要怎么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通灵板它没有反应嘛，那我们就先设定，因为它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确定的是最下面那个状态是不安嘛，然后呢，但是年纪它现在可能是老年或者是古神这两个，那你们现在先随便，比如说你点老年好了。然后点了之后呢，我们再按右边的那个捕获鬼魂，点下去，然后你会发现左手边是不是出现了，七个，一个对，七个东西，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完成这些东西。那这两个呢，插在第四个，老年的话要用圣炎，那如果是古神的话，他要用银炸弹去炸它。那至少我们前面三个我们应该它是一样的，我们前面三个可以先来做，然后再看第四个它是怕哪一个。对的，圣火炎魔镜，我们要先去拿个圣火啊，剩一次了。圣火是这个架子上这个。没有的话就再网购，是不是？没有好做，我们都没有钱呢。我还可以买。那圣火的话，我先进去好了。好，刚我先进去，然后我先把这个收起来。对啊。我先把它放外面。我找到了，现在这边的水龙头真是有够难找。那我就等，我在这边等他来攻击我，然后我用圣火。攻击他这样，怎么攻击？我的视角看不到无界的人，只能看到他手里的圣火。我的人不见了，是不是？这游戏蛮常会这样的。你才是那个鬼吧？天哪！哦，好亮这里。圣火滴接下来是干嘛？圣炎。对。圣火炎。魔镜，对，你们也可以就是准备下一个。他来了，我等一下用圣火用到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停在炎地，你们就可以趁机拿炎泼他这样子。来喽，开花爷爷。哦，有了圣火成功。开花爷爷撒他，你的炎呢？炎，哦，没有人拿炎是不是？没有炎。哦，是不是安妮刚刚撒掉了？没有炎。哦，地上这个是不是？哦，地上这边有一袋，这个应该是阴阴的，亮亮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我水蓝色的。不然我再买一包好了。圣哦，对，那一包地上那一包就是圣盐。对，好，那就进去等他打你这样的。啊，你就就拿那个去撒他。我要来撒生命粉尘了。看到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按左键就可以撒盐，滑鼠左键。然后我要去找一下房子里面
哦，幻境魔镜，对，那个我一直看到有些东西会发出类似火焰的东西，还是什么东西？有镜子吗？番茄有看到镜子吗？我只看到娃娃，然后娃娃身上有个特效。哦，他往楼上跑，没关系，娃娃的话应该没关系。你帮我找看看有没有镜子好不好？镜子在哪里？圆形镜还是方形镜啊？圆形的，挂在墙上的吗？不是，它可能会放在桌上，然后应该也会有那个你说的那个特效。我找找看。然后安 ，Hello 鬼，你好。鬼在几楼？我二楼。好。可是好像我看到不准，因为我刚刚看到那只鬼在上楼梯，然后下一秒他在下一间房间看着我。你跑啊！你跑，你先跑，你先跑。你是说镜子在二楼还是？他说鬼在二楼。哦，鬼在二楼。我不知道我看的算不算准。就是我看他会跑来跑去啦。对啊。你说镜子会跑来跑去吗？不是，鬼会跑来跑去。镜子会跑来跑去就太可怕了。那是小小的一面圆镜，是不是？对对对。好像是二楼这里，可是没有特效。没有特效，那应该不是哦。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又被抓了？找到了？那找到了？有撒到左边会跳什么 USR？ 对，它会有一个。欸，可以撒几次眼？一次应该就没了。那个我脸上我撒了，可是他就跑去门那边 say hi 了。哦，居然，那我再去买盐。那么可怕的吗？天哪！哦，好热啊！他是不是对我招手？有时候他就觉得他还真蛮可爱的。Hello， 你好。好了，我又买了一包了。这么贵哦！一包盐三十块，可以撒几次？十次吗？一次啊，一包盐撒一次。啊，还是说这一场游戏只能买十次？对，只能买十次。他有那个道具上限这样。请问这款游戏好赚钱吗？我觉得还蛮好赚钱的。有古幽灵捕获器四个哎、欸。哦，顺利的话可以赚多少？嗯，忘记了哎、欸。我问个比较悲伤的问题：死掉的话可以赚多少？不要想那么难过的事。嗯、我的钱呢、啊？我找不到你说、哎、找不到你说那个镜子有带特效的。如果是小圆镜的话，二楼有一个类似的。可是它没有特效效果，居然吗？那我在一楼看一下。你是只有看二楼是不是？我一二楼都到处逛啊，我已经快把自己当自己家，你知道吗？那很好啊。我上去二楼，二楼零，哎、哦欸，他走下来。我刚好像跟他擦肩而过，对，差不多。就有一个娃娃有特效而已啊。是这个吗？在二楼厕所一个类似有把手镜子。对对对对对。在这里啊？你走进来，走进来。对，你在哪里啊？哦，我尸体这边。哦哦。来，走过来，走过来。等一下，我怕他会杀我。哦，在你后面，不用怕，要死也是我先死。右手边走。右手边、啊，右手边，对，走进来，再往左手边。这是什么？左手边那个桌上那一个。哦，无界无界这里。哦，我看到这个。哦，有有有有。我们去逛逛街好了。哎、欸，解开了吗？有有有。那现在我们就用圣言撒他。我要怎么下去啊？这里，这里，这里，哦，这里。哦，哎、欸，啊、你嘞？我在后门。你呢？哦，你在后门。门关了。哎、欸，不是，对不起，吓死。所以眼在 Annie 手上吗？没。嗯，那眼呢？嗯？哎，我没拿眼。嗯？我也没拿。那眼呢？哦，他还在这里。好，我拿。嗯，
拿不起来，哦，有了。打开所有的水龙头。拿盐，然后再用魔镜，接着要用，看是用银粉炸弹或者是圣盐。圣盐。哦，有了有了有了，等一下，嗯，通灵板动了，通灵板动了，通灵板动了，它有、欸，哦，它是老年的，老年的，老年，所以要用圣盐。嗯，哦，要先用盐，再用圣盐。哇，对啊，我们刚顺序错了。我刚买的是圣盐，左右移动。对对对，对对对，对，正常左右移动。那我去买一下。那你们谁拿一下圣盐好不好？好啊，圣盐是哪个、啊？就地上这个蓝蓝的吗？对，对，地上蓝蓝的。那我拿这个普通的盐，我先撒。哦，你撒完之后用镜子召唤它，我再撒它，这样子吗？对对对。好。那那个任务要怎么看完成了没啊？它会显示、对，所以我电脑上面也会有。哦，水龙头，对，水龙头，你那个完成的话，应该上面也会有一个，它会有一个音效，叮之类的音效。刚有听到音效啊？哦，那应该就是有哦。因为我已经把这边绕了好几遍，我还是没有看到水龙头。我在门口这边等他来。是什么东西？啊？我没事，我在角落喝咖啡看你们玩。你可以去车上看一下还有什么副任务可以解。车上有一个板子，上面会写副任务。车上有个板子，你拿，然后 拿起我咖啡的时候，拿起你的泻药了。对，拿起我的泻药了。板子，板子。浴缸的水龙头你有开吗？那个也算哦。也算哦，好，我再亮了。对对对。他在右边呢，走廊。Hello， 你好。哎、欸，招手。哦，他在那里。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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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来了来了。在在在，嘿。啊、那个人召唤。哦，我召唤召唤。召唤是强制圣显形吗？还是？对。我在哪？哦，有召唤过来了，然后靠你丢他了。没看到他哎、欸。你先切换盐，先切换盐。有有有有有，可是我看不到他。啊、等一下、欸，他跑到我们后面去了，所以这个东西用掉了。哎呀，没事。可恶。没关系，那我们再看一下圣盐、哎。哦，他穿过我的身体。哎哎哎。哎、欸，穿过你的身体！哎、欸，傻了，没傻到，没傻到，那我再买。好，他可以跑出来的，竟然！他从外面走进去、欸，哎，好。正炎火炎，然后衰弱光线，衰弱光线。请问镜子还可以再用一次吗？点不起来，我不晓得、欸，我刚刚已经把它丢下去了。我再看看吗、哦？有吗？还有地下室哦！哇，他又在那边挂着。衰弱光线在哪？哦，这个，哇，好贵哦，300块。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将魔王炸弹全用完，是不是？哎、欸，交出你的钱！你交出你的钱去！他抓到我傻，他不算哦。哦，他在你脸上吓唬你是不是？对对对对，我刚刚也是这样撒，他就不算，啊、哦，没有没有，刚刚 Annie 你没有算是因为道具错了，顺序不对，顺、哦、序不对对对。那、哦、我跟安妮一人拿一个圣盐好了，又没盐了，哦，又没有了吗？好，我很抱歉，没了，好贵、欸，那什么？哎、欸，这还是要魔镜。这是什么十抽抽不到继续刻的东西呀、啊？圣盐，哎、欸，圣盐很贵耶。我买两包了。好，你们一人拿一包吧。那你这边，二楼有个娃娃，送在哪边？娃娃是干嘛的？电脑旁边，桌上桌上。笑这种。娃娃的话，有时候副任务会说要把那个。带回来这样子、哦，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那个任务，所以就还好。
我到底要什么时候撒他、啊？就是他出现的时候，你撒他就可以。你看到他在我脸上不行是吗？哎、欸，可以可以也可以。可是刚刚在脸上的时候，我撒没有哎、欸。这样撒可以吗？哎、欸，又没有他。嗯、我就有问题、欸。挂在那边都不行啊。对啊，我就想说他一定会在这边，我就故意在那边等他、啊。我看到，我看到，我还看到你那个现眼的那个蓝蓝，欸、嗯，现眼的蓝蓝在墙上。对啊，哎、欸，阿尼、哦，他出现了，你看没有对不对？那可以吧？天哪，这我觉得他有代言正眼，嗯、他有工伤的嫌疑。哎、欸、呦，挂在那边。这僵尸，这僵尸怪怪的、欸。这僵尸有时候还蛮可爱的。该不会是通灵版的问题吗？不对啊，孤独娃娃的问题。老年升起娃娃吗？我看一下、喔。你是说在可能是银粉炸弹吗？对，有可能。如果是孤独娃娃有动，我们不晓得的话，那银粉炸弹是这边这个。这边有一个金的，然后跟一个银的，像手榴弹的东西，有没有？对，好，我继续角落。换用银粉炸弹去，对，那这有可能就是不是圣眼，而是用银粉炸弹。哦，这样也可以推轨哈，不会浪费道具。嗯，这是撒钱的快乐。真的哎，反正不是我的钱。嗯。哭哭。我记得你也没玩很多场啊。欸，真的，哦、有了，是，真的耶！哇，成功！哎，我来不及丢它、哦，没有 combo 到吗？没有，我没有 combo 到啊。你想要火焰，去买一包盐 ，combo 那火焰是不是？对，它跑掉了，它好快。对，哦，打开所有水龙头，拍一张朋友被幽灵拖走的照片。水龙头已经完成了，这样应该就完成了。我们在电脑上看的啊，在车上看。好，那我在这边等他用火焰。我刚刚被抓的时候是滚轮左键。那你们谁要对他丢那个宝贝球，你们可以去拿一下。啊，你来吧，300块的东西。我不要。哎、欸，没有500块哎。怎么衰弱光线啊？衰弱光线在我手上。哦、我等一下看能不能 combo。好，宝贝球我来，宝贝球我来。衰弱光剑，你说丢我就丢。丢五级吗？就是衰弱光线有照到的时候就可以丢它了。哦、嗯，啊，你火要先，你火焰先撒到，衰弱光线照到。火焰要先撒到。好，对。他现在火焰在光线。顺序来。我战地记者。那游戏都在围殴鬼啊。嗯，终于有一款我们可以欺负鬼的游戏了。所以我这边要撒掉。在哪？什么东西破掉的声音？你说刚刚吗？吗？刚在干嘛？我在折它。破掉的应该是番茄的玻璃心吧？这叫要先打我，好孤单，只在角落蹲着喝咖啡看你们玩呢、啊。至少你没有被吓的压力耶。其实有他，我变鬼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在我面前出现。哦，对啊，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鬼在哪。我看得准吗？你来一楼帮我们看。我一直在一楼看着你们三个啊。啊，鬼在哪边？现在没看到鬼。他应该会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就是。那你跟着他走，会不会吓到你？因为好像在右边呢。对，他在右手边。右边吗？对，我一直听右边有声音，走廊。右手边这边在震动。可是我没有手电筒。我帮你照是没有用啊。有。哎、欸，这边吗？那是什么声音？哦，有听到东西掉地上了。哇天啊，一没手电筒就马上迷路了。哦，来了。没有，他只是打招呼而已。啊。来了。他在哪？
我丢了，左边，那个嘞，那个亮亮的，亮亮，哦，有找到，赶快丢它，丢了，哎、欸，有，哇，抓到了，哇，好好玩哦，抓回了，耶，哇。我就不知道刚发生什么事就结束了，我找不到你们在哪里。番茄，你有钱吗？有137、欸，很多哎、欸。哦，那还不错啊，我们是200多块这样。哎、欸，为什么我直接出来？按 Yes C 吗？嘿嘿，然后我再等一下，哎、欸，你现在当掉了，我也当掉的画面。你、欸、可是好奇怪，我一直有听到无间的那个，哎、欸，我出去了，回音哎、欸。为什么？嗯，我怎么听到你刚那个有内麦的声音？真假的？啊，我这应该是这边设定有点怪怪的。然后你再邀我一下吧，我也不小心出去。哦，好，我邀一下你们两个。哎、欸，你们在哪里啊？安妮，你下次一定要让你抓抓看，丢500块出去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好，邀请了。你看，就是把钱丢水沟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他、啊、有时候切道具切的会有点延迟，所以我刚刚也很怕。嗯、可是刚好奇怪哦，他那个巫毒娃娃都没看到他动，结果居然是有动的。嗯，那、啊、巫毒娃娃动会是什么娃哥？会是什么？哦，他有可能是会被丢。拿起来丢，你可能会发现它跟你原本放的地方不一样，这样，它可能会丢往前丢一下，或者是它可能会飘起来，然后又下去，飘起来又下去，这样像溜溜球那样子。对，了解，反正就是这两个一定要有，然后看它心情。对对对，好。那你发一下那个大厅嘛，在 DC 吧。好，我点了之后没有反应，奇怪。你那个。丢弃物品是不是都是左键？左键是使用，右键是丢，不是安居。我刚把那个熏香拿着，我按不小心按了左键，它就不见了。嗯、啊，熏香的话你不用使用啊，你就拿着就好了。我不小心按到使用，它就不见了。你干嘛吃了它？嗯、我不知道，它看起来像巧克力棒，你知道吗？很好吃、欸。那、啊、我们一样同一个地图好了，先习惯一下。好，我最想问他只有这一张地图吧。哎、欸，刚刚有人说每次进来都要自己买，是不是？哦，他每次都会先有固定的东西啊，要多的再自己买这样子。对。好，我一样先把。有、欸，我也听到无忌的声音、欸。娃娃。没有他又把我们设定、哦、要重新去哦，哎，真的，按开就好。好，把全部打开。我刚刚页面没有出现无界的 ID 耶，现在出现了。嗨嗨，为什么？我不知道。有心结是不是？哦，我们有心结也不是第一天的事了。也是哦。哦，地上有一滩东西。哎，等我一下，我先把它丢一下。居然还要自己买强光手电筒、哦？那请问温度计到底是干嘛的、啊？温度计一样可以测温度这样。哦，主要是可以测鬼的类型的，但是因为刚才我们就看到它是僵尸，就没有必要测那些。哦，所以这边是比较好测的。我鬼叔都喜欢在天花板上面啊！我刚刚看到他了、欸。哦，居然吗？这么快？右边、欸，右边走廊到底上面的这个，这里我刚刚有看到有血迹，有血迹的话可能是黑暗或者是吸血鬼。哦，那个有两项像外星人一样，有两个外星人，你看到样子是不是？对，我看到他的样子，我看他是谁哦，他是黑暗，黑暗吗？哦，好。我刚好有看到血迹，那应该就是这个鬼真的是很好找。然后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下黑暗怕什么。黑暗不怕那个耶稣像，可是他会怕十字架，所以大家可以拿个十字架。熏香没有用，熏香没有用，所以哦，他会激怒鬼魂。哎呦，熏香也有用，
他会激怒而已。Okay, okay. 对，你们可以拿十字架或者是熏香。我拿了十字架。我看一下、喔。是他要丢出去吗？还是拿着就好？不用，就拿着就好，拿着就好。就是我们在里面探的时候，鬼要出现性的时候，我们再拿就好。我们要去里面找镜子，镜子是同个位置吗？哦，不一定。好吧。然后还需要 skin 换成好朋克、喔。我的 skin。他没换吧？我看是很朋克的脸啊。我没换呢，这是系统给的吗？啊，我要换成女角。那我再来问他。Give me a sign、欸。又来了，嗨、哦，哇，哦，他又在天花板上面是是。对啊。Give me a sign。Take the voodoo doll。Take the voodoo doll。Give me a sign。We are friends。I'm friendly。Give me a sign。好，进去开水龙头啦，各位拜。没有水龙头任务啊？哦、没有。哦，没有。我去看。这场没有。你说要将他引到车子的任务。哦、不是吧？不是吧？是把诅咒镜子带进车子里面吧？将诅咒镜子带到车子里啊！哦拍照悬浮物体照片。然后我们哦，你们拿到诅咒镜子的时候，要记得先切换道具，不然他就会开始一直看了。哦，只用诅咒镜子、哦、都要啊？那我们走吧。悬浮物体是什么？不好意思，请问我吗？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啊？怎么了吗？你学，你去学猫叫啊 ？Take the blue doodle。我身上有熏香哎，可以帮你一下下来。我有买十字架，我花五十块。我已经花了150块。我找到了，这是什么？那什么？哇！我被拖走了，救命哦！哎嗨嗨嗨嗨嗨嗨嗨！我在你这边。啊、不想我被拖到院子里了。嗨嗨嗨！哇！而且我是唯一没有带手电筒的人。游戏太好玩了吧！而且刚镜子在这边，他说要把带到车上啊，镜子对带到车上，所以我们先回车上吗？那请问使用的意思是？哎呦，啊，然后你要切换出来，带到车上，然后嘞？还没有哎、欸，对啊，丢丢在车上应该就可以了。哦，有了。激怒鬼魂，拍摄悬浮物体，什么是悬浮物體？就那个啊，嘟嘟啊，可能被抓起来还是怎样？哦，激怒鬼魂只要用熏香就可以了吧 ？Give me a sign。哦，这个已经读取好了，100到500。什么东西？那个什么粒子。粒子计量器100到500哦，地上这个黄色这一台，那能干嘛？放在地上就只测量，它是测那个鬼的年龄用的。哦，可是我们已经找到鬼的类型，所以这应该它是100到500岁哦。不是，它是那个计量器，它会有一个数值。哦，所以是年轻或成熟？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比你老呢。Give me a sign， 他不回我。那、啊、他也有说是那一种的吗？他不读的。哎、欸，那我问一下哦、喔，我们现在是玩普通模式，所以看得出鬼的样子是不是？哦，没有，其他模式也是看得出来的。靠！我了，二楼，被抓到楼上去了，会挣扎吗？没事，我带手电筒。哇！这鬼在哭是不是？你怎么在凶他、啊？没有，这里没有听到他在哭的声音。哦，有了，在哭吗？那个通灵板左右移动，所以他的年纪是成熟的，年纪是成熟。那我们就剩下巫毒娃娃跟这个。等下你在笑什么？我在想你的角色刚刚被拖走的时候一直在哀嚎。我原来是他角色在哀嚎是不是，我想说有没有来哭哎、欸。
不是鬼，我也是鬼，边哭边把你抓走。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 Show yourself. 他这款游戏内建语音版就英文的吗？对。啊，他有说有针对个人吗？欸，我记得好像 Tape 那边百科全书吗？然后有一个对话，它上面会写可以讲哪些话。哦，oh. We are friends. We are friends. I am family. I am friendly. 这个也番茄念啊。好啊，番茄要来试试吗？我这个烂英文我不要了。就每次玩这个就教你一句嘛。对啊。你来，我就闭上哦，交给你。来，啊，是跟谁讲？拿那个啊，就按，一样按 V， 按 V 就可以拿起来按 V。嗯，那我是不是要拿牌啊？不是，不是拿诅咒娃娃，通灵盒。我眼前这一台，地上这一台。诅咒娃娃。你要讲什么？這個、我们是朋友吗？你要跟我们是朋友吗？哎、欸，那讲什么？Give me a sign 之类的、哦。对 ，Give me a sign。Give me a sign。我靠！哎呀，我真的我好想拍他哦，可恶！我才刚讲一句话是有必要，这个信号。讲一句话就被拖走，那表示对你有用哎、欸，真是强烈、欸，对你有用哎、欸。我拿信箱给你，来。所以我要讲吗？你讲啊。You give us 哦是。Give us a sign， 不是 give me a sign。Give us a sign， 或者是 Can you talk？ Can you talk？ Can you talk？ 刚刚番茄被抓走的时候，算不算悬浮的物体？ Oh. 不算吧，悬浮的番茄。又出来。悬浮番茄。give me a talk。我要 talk。Can you talk？ 给我什么 talk？ Can you talk？给我个 talk。Can you talk？ 有 give me a sign 啊！我很进去了吧？我很进去，这是我。你有逼我进来吗？这是我极限。Can you talk？ 还有什么可以讲？We are friends。We are friends。他完全没反应啊 ！We are friends。哎、欸，番茄，你看一下，你按 V 的时候，画面中间有一个麦克风，它会亮。有，它是亮的。有哈，好好好，那就好，那就没问题。我这种是。哦，线断掉一条嘞。哦。嗯。Can you talk？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个工伤啊？We are family 你怎么讲用广告台词？哎，又被你笑死。那个丢东西是玩不是 Q 右键啊？按右键没有，把它改成 Q 了，换别人试吧。我这边没有反应了。妈妈呀，溜了溜了，溜了溜了。我只看到你通灵板一直在动。对啊，娃娃。对啊，娃娃真也没有。那个巫毒娃娃没有动哎、啊，然后这个也都没有反应。Can you talk？ 哦，他哭了，他哭了。哎、欸，啊，娃娃怎么不见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说放亮一点的地方。好、oh. oh.。他在哭。所以应该是镇定或者是不安。在哭啊！镇定会哭哦。不是啊，那个只是，只是证据啦。哦、啊，对。你现在我教你，你现在按 tape 嘛。我们刚刚粒子剂量表示100到500，对不对？然后通灵板你选那个正常的左右移动，然后它就自动帮你筛选出来这些东西。然后鬼魂收听器选到哭泣，然后那些。那个灰色背、那个灰色底的那些就是证据，就是他大概是什么鬼。嗯，对。啊，我们现在就是年龄确定是成熟了，那状态就是镇定跟不安二选一，
就是看巫毒娃娃是哪一个。如果巫毒娃娃是不互动的话，它是不安。对啊。还是我们要先开始试一下。好啊。不安的话，银粉炸弹。银粉打开五盏灯是什么意思？就进去里面，然后打开五盏灯这样子。那可以先开四盏吗？也是哦。没有。那有人要去拿银粉炸弹吗？番茄。番茄没玩到。银粉炸弹是什么颜色的？欸，它会关灯。就银色的。这边中间这一排有两个手榴弹的东西，有没有？然后一个是金色，一个是银色的。好难。哎，然后使用方式就是它出现在你面前，你就把它。没事没事没事。按左键。啊，你喜欢这一间？为什么？好粉哦！好，我住这里了。哈哈。看东西，我怎么感觉好飘哦？还有猫跟企鹅。那安妮亚喜欢这个。哎，漂浮物。你有拍到？没有，但它消失了。是三根。你还在那一间吗？我们还在门口。不是不是不是。鬼关灯，刚打开灯被，对，他会一直狂关呢，好烦哦。对啊，所以你、那個、有丢到吗？没有，没有丢到，那个左边没有显示。好，那等一下都把灯关掉，等一下要重开啊。对啊，那我们先等番茄丢炸弹再开灯好了。我已经丢出去了，再买啊。啊，那我再买。够吗？所以是没丢到还是丢到没有效？没丢到。你丢到好，我买了，我买了，我用水蓝色是银粉吗？好，对，好，但水蓝色是圣圣圣盐，那是圣粉，对对，圣盐哦，圣粉、在这里，我剩下两块钱了，谢谢各位。哦，银粉炸弹哦，银粉炸弹这个、啊、你要拿去玩吗？那等一下用镜子把鬼叫出来就好了。哦，对耶。好，阿切来，来了来了，丢你嘛，丢我个，来啊，我拿镜子打回去啊，来啊，打羽毛球嘛，来啊，哎、欸，镜子怎么用啊？就放在手上就可以了，放手上，拿在手上一直拿着，然后就可以看得到鬼的视点。我来了，然后看阿切，阿切，阿切，我被抓了，阿切，我丢了、欸，我死了、欸，哎、啊，死掉了，你把我丢死了、欸，哎。你是不是没丢到啊？应该是没有丢到他。你丢我干嘛？你丢我干嘛？我就是说丢你了。刚才有丢到吗？我捡尸了哦。他上楼啊！我也随他，我也随他。炸弹啊！我反应慢了。你的尸体会在这里留多久啊？一直都会在这边吗？那我再去买个炸弹好了。哎、欸，你要丢看看吗？哎、欸，我还有十字架可以拿哦，还有两个。我也可以买，我现在也是有钱的。哦、这个是我有买一颗了，对，那是银粉炸弹。看不到它，看不到它，那是从二楼吧？为什么反正死啊？它不是有十字架吗？门口路口路口路口，嗯，哎、欸，我不知道哎、欸哦，他出现了，因为我刚、哦、就是啊，我被抓走了，哇！他刚刚我是拿镜子啦，左手边右手边没有，直接出了一下，哎、欸，那个门，哎、欸，上来左转，对对对，他那间上来左转、哦，对对对对对，楼梯楼梯，哎、欸，对对对，往前右转，哦，下去，他下去抓人了，哎、欸，这里他在这里，有英文炸弹有了。太好了，有了有了有了！哎、欸，你好棒哦！打开五盏灯，我开有用吗？有有有，不是跟开水龙头一样吗？我的画面看不到开关在哪里吗？哦哦，对，哎、欸，看不到吗？我好黑哦！有了有了有了，好黑，可以开，但很黑。两盏、哦，我开二楼的，我开二楼的。好，三盏。这边是有一个，
哦，是是是。哦，有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再来是衰弱光线。衰弱光线，那我丢在地上。所有灯又关上哦，怎么办、啊？所有灯要关上，那是什么？好，二楼我的，二楼我的，二楼我的。好，我先关，我先关。哦，衰弱光线有了。好，那我们再把灯关起来吧。要不要给我开灯哦？好，二楼关好了。哦，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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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金粉炸弹，金粉炸弹。哎、欸，二楼有一个娃娃、欸，哎，玩具娃娃，那个干嘛？番茄来吧，这个。番茄，番茄。一定要在我来吗？来嘛，来嘛。哎、欸，吴姐，那个玩具娃娃是干嘛的？娃娃的话，有时候副任务可以把它带回到车上，哦、然后可以加钱。哦。对对对，那但是现在好像没有那个任务这样。好，懂了，懂了。对。哎、欸，番茄，你要不要来丢宝贝球？我先丢炸弹，我先丢炸弹。没有没有、欸、，combo 啊 ，combo 啊 ，combo 对啊 ，combo 啊，就丢了之后再，还是请问宝哎、欸，你拿一个大师，你们要一人拿一个吗？就是丢了炸弹之后，不不，我要看，我要看番茄秀。哎，我觉得500块丢水高，你宝贝球只能丢一次，是不是？你这是要先关掉、啊？可以再捡起来，可以再捡起来。这是要关掉。看番茄表演。好了，一定出事了。来，我们看下一个死人。哎，对，衰弱光线要先拿走。对啊，这些拿掉啊。我先拿走，不然他会暗示。欸、嗯，在大厅。在哪里？你不用怕在哪里，你去前面那刚僵尸刚刚一直蹲的那个天花板那边等他就好了。前一点，这是都在你头顶那个位置出现。哇！我走，我走。不是啊，我就在这边抓他的啊。你等下看到他，然后对他丢炸弹。好暗哦。加油！看番茄表演，我来看一下下一个死人究竟是谁呢？我希望是你。对，那我可以跟 你，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哇，声音都是破掉了啊！耳朵爆掉。我只是玩开关哎、欸，对不起。原来是你，我在玩电灯开关。啊、这里可以玩吗？不行。繁星的尸体死成一个大字，天哪！很棒啊！哎，走不出来了。叽叽嘎嘎。嗯，我看到 Annie 的口腔。那个是，这是番茄啊，躲在门口。哦，门口的这是番茄。在二楼，他在二楼。二楼，他在二楼，他在二楼。番茄要上去啊。上啊，番茄抓他！手电筒啊，救命！我没有手电筒、啊。你先拿手电筒在那个啊，再切就好了。我帮你這樣。二楼上去右转，刚在那边不是。等一下、喔。你不要丢错哦。看不到，我看不到。没有，他会在你面前，你再丢就好了。很小、喔。你又不见了。对吧、啊？哎、欸，还在二楼，还在二楼。他在二楼。又来了，等下他又来了。慢慢，请你自己走下来好吗？二楼，二楼。你再说一句 "We are family"， 他可能就带你上去。We are family。他在我旁边。哦。他跟你是家人是不是？他在好像堵我哎、欸。啊！往外走，往外走了。哦，来了来了，往你外面走了、哦。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他没有要下楼的意思。啊，对他没有下来。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吧？等一下。哎、欸，真的吗？不会觉得很欢乐？我觉得不会，比恐鬼症来说的不恐怖哎。是，我刚玩的很开心哎。走嘛。想一下，恐鬼症有叫你开关灯的任务吗？没有啊。对，这很欢乐。
好像在右边哦、欸。对对对对对，你们前面右转，那个厨房里面。你能帮我开着灯吗？厨房里面呢？哎、欸，出来！炸！快点！赶快！抓！哎、欸，有我看到有人掉在墙壁上，有人掉在墙壁上了。欸这个宝贝球，没了，他跑了，他跑了，我捡了，宝贝球我捡了，那个什么金粉炸弹用到吗？没有，有吗？哎、欸，有吧，有，刚才有出现音效，他现在只有完成是把灯所有关上，只有灯关上而已，所以金粉没有，没有，金粉没有，居然吗？有的话，他左边会出现 U.S.E， 然后那个金粉炸弹完成，绿色的框框。好，看等一下再买一个金粉呢。啊，我没钱了。我有，我来。哦，死人好快乐哦，不用花钱。咦？所以我们刚才居然没有先把灯关上吗？灯关上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金粉炸弹。嗯，对，它任务显示会显示完成的，最后一个完成的。上啊，番茄。对。那、啊、换你了，换下一位挑战者。有没有？他说以完成步骤。我拿了你掉出来的宝贝球。我们可以交换一下吗？你要当宝可梦大师是不是？我觉得宝可梦大师好像比较好打。你知道为什么那是大师球吗？对、欸，你看上面都是钉子，都是没抓到也是死了，都逃不掉。看一下在哪哦。哦，来了，房间里耶。在那个房间里面吗？不，你们附近的房间我不知道在哪。好丢、哦，哎呦，抓他，金粉炸弹，抓他，跑掉了，来，还在，直走右转，赶快，看到他就把对他丢，浴室，进去，对，丢他，在哪？这里，丢他啊，不见了。欸、有吗？让我捡呢、啊！哎，快点！地上，捡它！再一个！它会连续狩猎吗？我 Q 了！我要笑死了！为什么啊？番茄振作点！没有，我刚一直按音，丢掉你后面啊！他走出去了！你先拿手电筒，你现在看不到。我刚刚明明就有，哎，他又来了，他是不是倒着？哎、欸，东西飘起来，好帅哦！我看到了，在二楼。来呀、啊！可恶！他从二楼这样走下去了，。哎、欸，你要下去去堵那个角落，丢天花板那个位置。我这边在一楼是没有看到他有走下来。哎、欸，下来，安迪，哎、欸，上面他在楼上。我刚看到他还在，我刚请问现在拿宝贝球是谁？我。好，他刚在你头上走过。哎、欸，来哦，出来了。哦，又走到另外一间去了。楼上吗？对，二楼。他在刚刚。他在厨房。我们两个看的是一样的吗？我看有烟呢，大哥。有出现了。那个你直走右转，右边，那是左边。我们看是同一个吗？是吧？我们你死掉的位置啊，二楼啊。不行哎、欸，丢不出去。哎、欸，出来了，他出现了，丢不出去。他卡在这里，等一下。他走出来了、欸，跟我一样，他跟就捡不起来啊。是球捡不起来吗？还是我再买一颗？安妮，出来，哎，转角，他在转角。Yes！ 没有，你丢地上了，。再来，出现，丢他，快点！好可怕，好可怕！很嗨哈！你把它想成是阿尔宙斯就好了，不要。对吧？嗯。哎、欸，他又来了，他靠近你哦。有了！不用跑，一定抓到了，你不用跑，耶、yeah, ！太棒了！好难啊！哇，那我刚刚怎么成功的啊？
我刚刚看到他预设的时候，他的球在他的脚底下不让我捡，我按了超多下一的不让我捡。请问我们要按 ESC 还是不用动？他现在只有三张地图啊。我们要 ESC 还是不用动？好像不用动啊，我刚刚按 ESC 就跑出去了。我按一次 ESC 是到大厅诶、欸，不是那个大厅啊，房间吗？游戏房间呢、啊？对啊，游戏房间按一次的话。哎呦哎！那我们这次换那个室内学校，好不好？哦，它的学校没有像恐鬼镇那么大，它小小一间的、哦。反正安番茄最爱就是这张了。我没有觉得还好吗？你每次都嘛说的啊，换学校、啊。那是为了吓别人好吗？你怎么会这样子？都吓妹子，还是我最疼的妹子？我拿宝可梦球丢你！我好热哦，天哪！我插在你头上。哎呦，他那个语音每次进来都要调一次。然后、啊、我画面卡住了，刚刚是没有人把宝贝球插在我头上。谁啊？无界 Tomato。哎、欸，我换我没有出现安妮的、欸。哎、欸，我没有出现安妮跟无界的、欸。我只能点 ESC 吗？哎、欸，等一下，安妮没进来。对、啊，有一个人没进来，是不是？啊、哦，我是卡住。哎、欸。哦。所以刚刚要点夜十七才出来啦。啊、哦，还是要点。我们重来啦。哎、嗯欸，有哦，有有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啊，看到天使了。哎，奇怪，这是他的声音有回音呢、欸，关不掉。来来来来来，请你唱一首歌。什么歌哦？哦我一样先把板子跟巫毒娃娃丢在那边，点燃鬼屋内所有的蜡烛。哇，哎、欸，那他有个五十跟挂号十五是什么？死掉的钱跟活着的钱是不是？对不对？五十是活着的吧？十五是应该是死掉的吧？哦，有那个挂号。对啊。哎、欸。嗯我没有手电筒，看来是哦。你没有手电筒，谁救你？不是他，你是在里面吗？还是我就没有看到手电筒。你们手电筒到底都是在哪买的、啊？我捡的，本来就只有一个啊，就只有一个、啊，被我拿走了，就只有一个，剩下自己买哦。嗯，对啊。谢谢五爹爸爸的赞助，一个强光手电筒。不是啊，你没有钱吗？我刚刚但每次都死掉的话。对啊，其实我现在连一个手电筒买不起哦，真的哦，真假？我只有127耶，刚刚第一场赚了200块已经被我花完了。你不要买强光的就可以了，50块。啊，有强光比较安心点。嗯。哎、欸，有人被拖了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我想说，去开手电，去开水龙头。哎、欸，拖太远了吧？去哪、啊？超远！等一下，欸、我在。哎、欸，我好晕！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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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哎、欸，等一下，有没有鬼？有没有那个闹鬼镜的任务？他拖我在镜子旁边哎、欸，好好。哎、欸，这地图好像哦。对啊，他模组跟那个恐鬼的一样的。还是美国学校就长這樣。Give us a sign。好嗨。我们先来观光一下。我先去拿个。Can you talk？ 哦，紫巴拉西，他好快哦！他怒吼了，他很快乐。他怒吼了，对，怒吼算什么、欸？那个水龙头任务等有死人再去解好了啦，里面好忙哦。有一个，不是啊，我的、那個、收听器有一个咆哮，咆哮，嗯，不是我被拖进来，我想说就顺便解那个啦。我刚刚也拿打火机在那边点蜡烛，就被抓走了。他不喜欢。哦，首先的学校。哎、欸，有绿色的玩具哎、欸，玩具车那个也是。里面有个蜡烛、欸，可是我没有带打火机。就是有一个鬼叫小孩的，嗯，然后你把他的玩具带到车上，他就会生气，还是对对对，啊、好可爱啊、喔！
所以他其实不能跳，因为他设定那边的确说按空格键。怀剑，对不对？哇！哇！哇！被抓走了。你看他，你是不是在二楼？哦，对，被二楼被抓到一楼。哎，哇，好欢乐，好像在坐云霄飞车。哦，有了有了有了啊！下次下次被拖走，我们应该要讲个嗨之后，那个经过要拍个照片，有要捕获捕获那个被抓的照片。你说左右啊，然后是好笑，好，对，哦，有例子，这个也好了，100到500，又是100到500，又是成熟，成熟，所以就是看巫毒娃娃恶意徘徊，但是这一场我们还没看到是什么鬼。所以这个游戏鬼的类型都是靠肉眼看的，是不是？它其实可以用测的，只是我们刚刚都没测。温度计要怎么用啊？就摆着，就拿在手上就好，拿在手上就好，然后你就到处走。啊，这个要到处走。嗯，他要来找我了。那温度会在几度啊？就不一定，它会乱跳。可能有零下的，也有到50度的。这样要拍的有没有照片？他舔我，他是那个土红蛇那个。土红舌头的他舔你。他舔我。好好哦。是。你是说吊死鬼吗？吊死鬼是不是？他是死鬼是不是？对对对。吊死鬼。好哦。土红。哦，死鬼！吊死鬼！哎，我被拖走啊！哦，我怎么每次都拿刚好拿到那个他不怕的道具？我这是拿香，他不怕香。吊死鬼怕什么？看一下。吊死鬼怕十字架。他老婆。十字架。十字架在我手上、啊。还有圣水或盐，或者是火法，我拿火法好了。各位，我回来了。所以我的十字架少了一条线，所以刚刚不然我就直接死掉了吗？对，对，哇，那我手上这个十字架哪里来的？我知道是买的。哦，先泼他圣水，火焰。对，圣水火焰。反正现在就是恶意或徘徊。那如果巫毒娃是不互动的话，那就是恶意。第一个都是要泼他圣水，对啊，圣水和火焰。我一直很习惯想要去按 Z 打开笔记本，你可以改啊。我知道，等下想要改一下。哦，成就解除牧师。哎、欸，你刚刚说按空白键会解除成就，是不是？狂按啊！一直按的话，哎、欸，你圣水。圣水在谁身上？哎呦喂，我想跳。为什么这圣水颜色不一样？对啊，你的水怎么那么 fire？ 水在谁身上？我没拿，没拿，还在这里。哦、没有人拿是不是？我要拿。好。圣水是长怎样的？啊，我拿了矿泉水。上一瓶怎么收一瓶矿泉水。哦，好。是这个吧？啊，是这个吧？玻璃瓶嘛，很像冰火。对，玻璃瓶，冰火。嗯，脚步是。哇，我被拖走了！啊哇啊啊！哎、啊欸，你在隔壁而已、哦、啊！我被拖到二楼了。拖到二楼。然后说好隔壁而已吗？不是，哦、好远哦。哎、欸，你刚刚是被拖到左边右边？左边右边。上楼梯之后左边。哇。应该是。这里是哪里啊？学校也蛮大的。你不会跟我拖到刚刚一样吧？很多课桌椅吗？嗯，好像是。哎、欸，这里有一本发光的书、欸，哎、欸，是书吗？这是玩的娃娃，玩具。是零食吗？那、這个是汽车吧？那個、火车。哎、欸，刚刚说的。我在哪里？哦，我玩具火车。没有，这个是零食、欸，哎、欸，这个是。哎、欸，那个回来。啊，我们在这里。走错边是不是？哦，在这边。没有、啊，我们在看东西。哎、欸，圣水，水、哦、水水水在哪？
谁？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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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出来。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快走。他在哪里？哎，他没有过来。你说哪个零食？你看前面这个是零食吗？这个是玩具火车啊，玩具车。对啊，哎，真的耶！我从刚刚那个角度看，像甜甜圈。我是太饿了，是吗？甜甜圈，我以为是 Oreo 之类的。可能有生活者，环地生活。娃娃有动吗？没有哎、欸。这是打鼾声吗？请问？对啊，这是打鼾声吗？来了，右边。圣水预备。来啊，笨蛋！哎、欸，我看我看我看我，哎、欸，丢他丢他！哎、欸。啊！哎、欸。哎、欸，我的身上没有鬼呢。欸我看你啊！我又被拖了，被拖了！我才刚走回来啊！不要这样子，好远！我才刚走回来耶！哦，有，手起刀落哎！天哪！哎，你刚好可以去解水龙头的任务了。哎，对耶。我知道、啊，还有蜡烛的任务也可以交给繁星了。我可以吗？鬼可以拿蜡烛吗？好，我尽量加油。啊，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破了吗？哎、欸，没有。繁星尸体旁边刚好两个手电筒的，他在左手边。哦，这里，哎、欸。过来啊，笨蛋！冲啊！我看到他的那个烟呢、欸。对啊，对啊，二楼吧。嗯、他进柜子里了。火焰是在谁身上？我的尸体上。我的尸体。我刚刚讲说，嗯，好，安妮丢好之后，我再来杀他。我说，安妮，来一个空投这样子。我太慢了。哎、欸，他在这里。哦，我看到了。有了有了有了！哦，在哪在哪？他这里在右边右边男厕所男厕所。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不要跑你不要跑你不要跑！哇哇、哦、不见了，他不见了。哎、欸，又来了、哦、来了来来来冲着我来冲着我来！我拿十字架哦！我有。Hello, 他在哪？嗯？他刚在我面前啊。嗯，好。我的十字架保得到你们吗？保不到。十字架保得到的话，繁星就不会死了。没有，他刚刚在拿圣水啊。我没有，你在被杀的时候，我一直拿十字架。他、啊、为什么会死？哦，好像是保自己而已吧？是吗？对他只能保自己而已。哦，好，所以你可以。他出现的时候，你可以赶快切换道具。哦，懂了，懂了。对对对，我好像都开完水了哎、欸，可是任务没有解除啊，嗯、所以应该还有。那很像打鼾声哎。对啊，对，很像打鼾的声音。哦，来了来了，哪边哪边？嗯，哎、欸，我喷他了！哦，你好强哦！火焰，然后再来就点三个蜡烛，点三个蜡烛，左手边，左手边就有一个，是我点的、啊，那我点的、啊，有一个在，来了来了，哎、欸，经过你们，经过你往楼上走，往楼上走了，没事。哦，往楼上走。嗯，教室。可以去找一下。哎、欸，那个对对对，回来，有拿手电筒吗？啊，不，拿打火机的吗？刚刚那个房间，我拿了。来来来，你进来，刚刚室内，右，对对对，进来，然后右转。在这桌上，烛光晚餐。对，点它，好了。哦，有了。
再来要对他丢银炸弹。我手上有炸弹，你们谁要再去丢宝贝球？来来来，先你等一下，先用我来丢炸弹，我来丢炸弹。宝贝球呢？宝贝球没有啊。啊！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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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嘿，丢了宝贝球，剩宝贝球了，没人拿了，没人拿了，没人想当小智。好吧，番茄要再血池吗？还是不要？番茄要血池吗？番茄，我不适合当宝，我不适合当宝可梦大师。欸，他是不是可以抓的时候就不会消失了啊？他在里面走欸。哦，在这里，在这里抓到了，哇，直接丢了。等一下，丢好顺哦。太容易了，为什么我抓的时候就那么难？你就是想让我死啊！我没有，我怎么可能会想让你死呢？按一下 ESC 哦，出来一下。哦，我去上个厕所。你不要理他，我们走。他在洗裤子了，是不是？对，没有了，我还在。你还在哦？他出现我了吧？你怎么还在？我还在，你出现我了吧？对啊，至少比空龟好啊。再来最后一个地图是警局，我们就选这个吧。哇，又要开水龙头啊！有，这次就有那个把玩具带到车上的任务了。哦，又要关了。哦，对，又要关这个。哎，鬼魂录影。所以他前面提供的这些是提供是预设魔王买的还是哦预设我们这是预设的对所以手电筒只要买三个就好了拿乌图娃娃奇怪怎么会有奇怪的声音呢警局，宇宙玩具。他那个十字架是，一定会挡得住吗？如果他是可以被对他怕的话，不怕。哎，被推走了，哎、欸，他真的好快哦。是要打开吗？哇哦，那个哦，那个不用，他放在地上就可以。哦、这里有好多那种。有气味的物他怎么知道他多少好之后捡起来吗哦他哦他会有一个声音对对对他有魔镜慢慢魔镜跟哦有那个诅咒娃娃哎、欸、可是玩具吗带到车上对有一个粉色的熊熊我看一下、哦、你是直走然后被拖到左边吗有一个像是探员的办公室一楼二楼有人打电话哎、欸应该是一楼我看到你了看一下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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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粉色的熊熊哦有人在打 call 欸在哪里这是什么地图啊监狱啊警局啊警局啊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丢这里那个温度计要怎么确定温度啊？嗯，就走一走，然后它会定在一个温度，你就看它停在哪里。二两鬼魂磁场，给鬼录影，给鬼录影。记录他的一生是不是 ？Give us a sign. Can you talk？ 那照片能赚钱吗？拍到鬼的话。哦、oh, ，有。刚才我们那一场的副任务就有拍照片，好像100块吧。哦，如果没有副任务，照片其实没有什么用。嗯，好。鬼路 ，Give us a sign。阿托，我走喽。拜拜，一路好走。哦、oh, ，他怒吼了，他怒吼了。你不要拖我走的时候怒吼吗？你要把我拖到电梯，这里是哪里？嗯。怒吼！
咆哮吗？对，咆哮。原丁丁在地下室。还有楼下哦。他要杀人喽，小心喽！我走出来。哇哇哇哇哇哇！超大只，超大只！你死了是不是？啊，我死了，这么快！欸、他很大只哎、欸，他好大，他好像克苏鲁、哦，他超魁梧的哎、欸，超魁梧，长角恶魔吗？还是他是骚灵？可恶，骚灵，嗯，啊，他不怕十字架是吗？不像吧？他应该是不怕十字架，对。他是那个穿斗篷的，没有脸。哦，是哦。超灵，对他不怕十字架，也不怕耶稣像。耶稣，有些超灵好不骚、哦。耶稣，拜拜。好不骚，你期待是怎样？好，来看一下死后的世界。你可以去开水龙头了。你们可以带一下那个防身的。嗯。他不怕十字架啊。去看一下。衣裳防身，防身。就只有萤火对不对？嗯。好像只有炸弹。炸弹跟萤火。欸，圣火是挡一次而已吗？欸，其实我也忘了。因为看它上面没有绳子啊。对。没关系。把它丢这边好了。哎呦，怎么都丢这么歪啊？嘿 ，OK。我因为上一局太信赖十字架了。刚好这只不怕。对，嗯。请问给鬼录影是按左键吗？拿那个按左键吗？这录影我也没试过。没事，我试试。三个太呆了吧？我黑个不嘟嘟，我在看温度计啊，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定啊。哦，现在其实不用测温度计，因为已经知道鬼是哪一个。Please tell me 不嘟嘟。哦，这种就是悬浮的物品吗？对啊，有东西在飘。黑个不嘟嘟。嗯，我们玩了几场，结果都没看到那个诅咒娃娃在动。对啊。哦，白痴哦。哎呦，混乱开灯是不是？对不起啊。又爆了一盏灯。啊，我知道，等下鬼出来的时候，怎么可以不用看鬼的脸了？他拿了 tab 也可以走路了。哎，连这个都没有测到哎。可是我把它往前放。死后的世界还可以做什么？哦，来喽！打开我的 tab。没事，没有出来。哦，他追你们了。谁啊？是？哎、欸、哎、欸，你们、欸、我拿火没有用哎、欸。三西，是火吗？有用吗？来厕所，我要隔边厕所。你要按使用，要哦左键哦。对，打他是不是？哦。
请问你是被抓走了吗？等你，我们死在一起。我被抓走了。哦，真的吗？太好了。你看他们的尸体。Double kill。你不孤单。奇怪，我刷草跟你一起死的时候，怎么没这样跟我讲话？嗯，阿英有那一根啊，没办法。这里是哪里啊？哎，到地下室哎。对啊。是吗？你在哪里啊？向下。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我刚好像看到你的光透过来，是不是？打开我的 table。这样子十字架很好用啊，可以挡三次。像盐那种，你还要使用。哦、我听到量子剂，那个哦，我看到你了。太好了，他在那边走来走去。哦，他跛脚一样的。哎、欸，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被卡住了。这里。他刚在演量子器那边走来走去。我怎么从这里出来啊？哎、欸，量，哎、欸，这里啊，你不用在哪里？哦，对哦，对，刚刚他去左边那个房间了。100到500。100到500，然后通灵板跟那个巫毒花都没有动哎、欸，不互动不互动啊，干嘛？对啊，那就年轻恶意，恶意吗？年轻恶意的骚灵，岩金粉打开所有门，岩要先用岩撒它。我去拿盐。哎、欸，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电脑上面那个录影有没有录到吗？鬼看不到、啊。录影哦。有录下他吗？哦、有哎、欸，你刚刚有完成哎、欸。哦。有完成、哦。有价值。盐。电磁波是什么花？电磁波是这个。那个一颗球的那个吧。打火机旁边的那个。我打火机旁边是一个。是 EF 哎、欸，那个就是啊，那不是 EF， 对，就是那个东西。哦，金粉炸弹，我来看能不能给它 combo 一下。先用盐丢它，然后再用金粉炸弹。不会凉凉啦，我没有番茄宝可梦大星。嗯，没有，哎、欸，他走到二楼去了，你跟上去啊，我来这边，啊，我一直在做剑，哦，他来了，应该从二楼走下来的，没看到人，来了来了，松剑松剑松剑，哦，厉害 ，nice， 不是金粉炸弹，不是金粉炸弹，不是金粉炸弹。对，不是金粉炸弹，我丢它没有效。那会是哪一个？那就金粉炸弹那个是，哎，有银粉啊，等一下。他往楼下走。嗯，如果是徘徊的话呢？啊，好多不一样的。徘徊的话是圣水。有圣水喽！动啊，奇怪、啊。那再来我试一下银粉炸弹。还是鬼都没有经过这里，你不觉得吗？啊、他的跑道在前面。对对对，这个十字路口可能要放到我们尸体前面去。啊，要不要试试看？哦，等我一下，我要先移走我家的猫。好。小葵。番茄做事啊！我在拿着萤火啊，那是保你自己。你帮忙把巫毒娃娃往前拿。我都捡不起来，还是我你满了吧？太多。哎，没有啊，我只有拿两个道具啊，奇怪。哎，我这捡不起来。走吧，有捡起来了。我捡的，我捡的，走。啊，鬼魂彼此看不到鬼魂哦。这么无聊，对啊，看不到。
就算你们两个死了，你们也没办法再死。你也是不成全我们两个，是不是，番茄？我没有啦。哇，下一个任务可能要靠我们的啦，打开所有的门。有啦，其实刚刚能开都开了。门欸，门不是锁吗？你们不要被抓，门就不会关了、啊。门有够多的，那先去开门。你在开几楼的门？二楼、一楼？二楼，二楼。好，那我去地下室。万小七就算死了也是有事情做的。水龙头，哎，门。哎、欸，水龙头是解完了？解了，对，解完了。好诶、欸，结束任务。我要是都没在动啊，奇怪了。不是门吗？不是。哎、欸，电梯的声音吗？哦是哦。那鬼在搭电梯、啊。不是我我刚走进去。哦、是你搭电梯了。走进去叮一下。你也是鬼啊。当鬼也要搭电梯。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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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什么东西爆掉？没有，我的萤幕，我的生活爆了。你的萤幕爆了哦！我、哦、来了来了！哎呦，啊，也不是银粉炸弹，怎么会这样？水、欸，但是渗水了，对啊，因为巫毒娃娃都是优质徘徊啊，徘徊的话是渗水。溜了一下、欸，哎，嗯，还有一个。那我就只好再拿圣水了。哇！你们刚刚有人丢这个巫毒娃娃吗？他刚刚被抛起来丢到我们尸体旁边、哦。哦，那这就是丢掷巫毒娃娃了、欸那。那就是投掷。对对对。那就是徘徊了。徘徊。这是圣水，天啊，最后一个。嗯。哎、欸，但是通灵版的话，不管是……他没动啊。哦，对，有年轻的话要用圣水。对啊，好，那我这次我来用圣水，那应该就是这样。他往一楼、二楼，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啊！没事，可恶，来不及，没事。你就跑去追鬼，啊，就这样的游戏啊，我觉得这就很好玩啊。我拿着宝贝球了，还没啦，太快了，还没啦，那是最后一个步骤，见鬼屋。就这栋屋子的门啊，能开的都开了，给我出来！我手电筒不见了。啊、哦，我觉得我要拿个。哎、欸，出来了！哦，来了，来了，来了！应该是从左边的门哦，左边那个房间。对对对，你面对那个房间。好。来啊！哎、欸，不是，楼下，楼下，楼下。哦，我看到了，丢，丢、yeah, 了 ，nice。啊，门嘞？好。哎、欸，捕捉就可以了吗？要把所有的门打开。对啊，奇怪了。鬼屋所有的门。楼下的开完了。我们先把门打开，我先找个保命的东西。哦，他去地下室。哦，该不会地下室的门也是？有啊，那个铁门我都开光，开完了。我来找一下还有哪边的门。这边没有路是不是？他在地下室啊，笑死，吓死！那他上去了，他在二楼，走来走去，他回去，他回去地面一层。哇，这任务门怎么开啊？开所有的门，还是他翻译错了、啊？关掉所有的门。鬼被跟踪了。哦，这边有、哦，这里有个门没开，这里。哦哦，有了！将巫毒娃娃带进鬼屋。加油加油！好，巫毒娃娃不是盘踞在鬼屋吗？没有没有，把它带回车上。哦，我来带，我带走之后，番茄你就可以抓它了。宝可梦咯，
一丘大师，来吧，看看是鬼抓我还是我抓鬼？带进鬼屋哎、欸，他是说带进哎。啊，他又回到我们尸体那边。你带进去了吗？带去上厕所了。又出去。哦，有了有了有了，好了，去丢他，去丢他，冲冲冲！上啊！快在前面，赶快赶快赶快，快点！赶快！承重球会不会？承重球会不会？你好烂，你好烂，你超烂！丢他后背，丢他后背，快点！赶快赶快丢！你在哪里？你怎么跑上来了？他在下面，他在下面。哎，他绕回去了，快点下去下去下去！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冲！你冲，你冲！我看不到，我在前面，赶快丢了，丢了，有了，有了，有了！天哪！天哪！这么欢乐的吗？好啦，阿尔宙斯打开啦，又承重球了啦！承重球！我看到番茄还有。好远，他丢出去，那个球都咚，超远呢、欸。那个球咚掉在地上，太早丢了。我先带你们进去这个培训基地这边看一下。那你们先选一下地图，因为十点，我这边先关一下直播。好。那、欸、好大声哦、喔！等一下，教学。对，这边是楼上可以教学，然后我要带你们来这边，所以这边有个地下室。这边就先看直播。那、啊、如果说想要当，有人是不是没买美观啊？哈哈哈哈哈！等我一下。啊哈哈！我先这边去关直播喽。哈哈哈哈哈！好。这边地下室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刚刚抓到的那些鬼吗？对哦，大木博士的家，他们就是这样子被展示在这里。我看到的画面跟你们看到会不一样，它、只会显示自己有抓到过的哦。对，我抓到四只哎，好棒哦！都没重复哎，太好了。啊，这个吊丝尾真的是吊死在这边。啊，舔你哎，我不开心哦。舔你的那个。做的好棒、哦、那如果超过了怎么办？就会从最旧的开始引进，这样太大了吧？每次都重调一次、欸，它会有重复的吗？哦，它好像不会重复的，哦、對, 对对，它好像不会有重复的，只是补图鉴而已啊。嗯，那这是哪里？哪里？下楼，下楼，你往下楼绿绿的地方走，你往绿绿的地方走。那我们拿，我上去带你。这里，这里，这里，对对。把什么切成女角啊？好像要出去调、欸，这是个好问题。要出去调，對好像要在主画面那边调的样子。没关系，今天就是男人。对，那我们要刷大小金，色为大小金。你看，搞不好这是色为是白色的啊？什么黑暗色为叫什么光明？太阳伊布，月亮伊布的感觉。我觉得吊死鬼的吊死鬼其实蛮恐怖的。嗯。用锤子不会动。有没有羊在你自己家地下室每天看是不是就不会觉得很可怕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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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好吧，地下室有鬼很恐怖哎，还好吧，他们都被关起来了，那没错，你不怕他们有一天仪器坏掉还是停电，再去抓他们一次啊，好吧，长手长脚，可以带出去溜溜，双少女当初看刚刚看的时候没那么小啊，你看吊死鬼本身就送绳子啦，对不对？对，他本身就有绳子。附带绳子，所以你现在的画面是整个桶子都是有的吗？哦，没有哎、欸，因为我还有什么溺水美女什么的，
溺水美女，溺水女士，对，哦，溺水女士啊，哦、对对对溺水美女士，哦，溺水美女是她上还没改版前的名字，哦，还没改版前的名字，对对对，看一下那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新的木偶，那个我也还没有拿到，哦、还有小孩，我也还没抓到，有三个还没抓到过。游戏等级大于90才会出现，你久等了吗？哎，久等了吗？我不晓得，我看一下。哎，这边看得到吗？对。哦，吸血鬼。你的 HR 多少？HR 多少？哎、欸，我现在好像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我也看不到，我几等？对，看不到。你们还要抓吗？看你们。不可以，我怕安妮不行了。好，我可以。哦、那走啊。对啦。我们今天讲来当桶子装满。哦，真的哦。我不是，我还要上班的，我还要上班。好了，我想一下。没刷到色尾的话，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就是再回到上一个画面，所以我们现在按右下那个出 ESC， 然后按右下出口先出去，我再重新。哎、欸，换 skin。你可以按、啊、你右上角，对，你们在对右上角那边可以换人。无人机是什么东西？无人机要6000块，什么？有哦，无人机是新的道具，但我也还没玩过。要6000块？哦，它应该是可以帮你直接道明，是不是？我觉得是放个很像。机器进去帮你找东西吗？啊、我把代码贴在那个、喔。好。贴在 DC。好。有氪金系统吗？我需要这个酷酷的东西。嗯。氪什么？比较少死是不是？好尴尬哦。不是，它的代码会直接显示白痴。好，番茄不想玩。嗯。没有，我要进去了。等一下，安妮换好了吗？换好了。哦，他们要民宅吧？你是不是粉色的头发呀？对，他现在只有三张地图。我们刚玩了三张，对。我有换吗？你数学很好、欸，哎。嗯，谢谢谢谢。那是紫色吧？有啊，有换到的。哎呦，现在变成有两个女的，太好太好。你们两个都是红色的耶。那我把你们关掉。衣服啊，啊，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喽，感谢各位。不要！你知道有这种烂东西？你那时候我想说，嗯，怎么好像一个微微的呢喃？很尴尬，很尴尬哦。如果大家想要收看更多直播的话。我们赶快照对，走。打开所有的门。嗯。哇，好尴尬，起鸡皮疙瘩。拍下鬼魂终极照片。哎呦，哎，我拿什么？我好不会丢这个。嘿。你说那个很像 ENF 的，就是那个吗？吸收东西的。它有三个灯，那个真的，它丢东西好微妙、哦。其实你丢东西的姿势更微妙，知道吗？哦，测好快，它在这里是不是500到1000？500到1000，500到1000，亮。安卓，这是 EF。Can you talk？打开所有的门。We are friends. Family. I'm friendly. 我差点照念了。I'm friendly. Family. 哇，好吵啊！我原来这里有地下室哦。有啊。哦，居然有吗？我不晓得。我第一堂死掉的时候，我误闯进去一下。啊，对，鬼好像会把人家拖到地下室。哎，这个是不是测完了？一个灯。
Can you talk? Give us a sign. Give us a sign. 好，去楼上开门了。哦，橱柜门是不能开的。Show yourself。找镜子。没有下。哦，好粉。哇，安妮房间呢？你根本可以进来。啊，好香。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好了，门开完了。哎呦。哦，怎么没看到镜子？要把镜子带回车上还是什么的？对，连那个特效都没有。Give us a sign。等一下，安妮死了，还是安妮断了？那种地上会有一个手电筒。啊，我刚刚丢的，我想拿这个公仔。哦，我帮你拿，我帮你拿，你拿手电筒啊。要不要？我要拿这个熊熊公仔。好吧。Give us a sign。那公仔可以做什么？Can you talk？ 好了，我拿到镜子了。有人可以帮我一下的吗？帮什么？怎么了？我把手电筒丢掉了，我现在迷路了。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你在哪里啊？番茄啦！我在哪里？我是谁？哎，好像有东西。没有，我把鬼的那个镜子丢回车上。先慢慢走出来，可是我走到哪边去了？咦、欸，都没有动呢，可恶！然后也不回我。Can you talk? Give us a sign. 哎，是我，我被抓走了。我被抓走了。哦，好像刺激。我被拖到后院了。谢喽。Can you talk?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小孩，小孩，小孩是小孩。哦，是小孩吗？对，又快点抓住，又在天花板了。小金，小金，小金，小朋友，结果是老年的小孩，怎么办？老顽童。Give us a sign. 哦，十字架没有用，有点。对呢，先看一下。十字架没有用。Can you talk? 嗯。哦，对。这是要用火打他、哦。这样我的香有用吗？小孩的话，哦，香有，太好了。熏香要使用吗？还是就熏香？熏香也是三次，对不对？拿着就好。对，三次。Can you talk? 我买给你吗？还有，还有，我看一下哦。哦，他在哭，他在哭，他在哭，他哭了，他在哭。对，熏香，熏香。哦，五十块，便宜，我还买，我买得起。这有的。这通灵板跟巫毒娃娃还是都没有动。通灵板一定会动，因为没有不互动的选项。我突然想到，我有件事情要先去进。去啊，等我一下，去吧，我先玩一下。又来了，小孩子。哦，我被拖走了。救命！我没有手电筒。这里，我刚好在你旁边。哦，被拖进厕所了耶。哦哟，耶、yeah ！感谢。嗯，你下来了吗？我跟丢了，这里是哪里？你在哪？哦，我看到了，看到了。我们的副任务是什么？第二两个了吧？嗯，用等离子吸收器。鬼魂踪迹是什么？等离子吸收器应该是蓝色的那个，
好贵哦，300块。没有，这个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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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球旁边有，哦、左边那一个，对对对对对。那等一下好了，我想说他300块，然后那个任务只给15块，当我傻子是不是？嗯，没有，非常的不划算。两个都没动作，搬动鬼屋里的诅咒娃娃。嗯，哎，如果那些东西丢在，不，又是我，没事，我有手电筒，我有手电筒。哎、欸，好扯！这样不是安妮的房间，阿平。那如果把这个东西丢在这边的话，会比较好互动到。丢到，好，我来试一下。我也试试。会这边吗？嗯，你去哪？丢到里面。Hello， 我回来了。嗨，欢迎光临。你就在的确，我应该把它移到里面一点的。哦哦，哎呀，没事，无事发生。从地板上好睡过，哦，这不是睡过。嗯，哎、啊，你呢？我捡到了番茄丢掉的远程手电筒，手电筒，我就把我便宜的手电筒换掉了。好赚哦。不过其实那个手电筒是车上一开始的那一台、啊，没有事。其实强光跟一般手电筒、啊，小鬼冲下来了，臭小鬼，天哪！哦，他后面后面，哪里啊？刚刚坐在这里，他从楼上冲下啊！我走了，然后摆一个在这边好了。我想要拍照哦，怎么拍啊？左键。这里是哪里？有一个任务是拍摄鬼魂踪迹、哦。没有，这 我跑去买了，我买一个通灵板放楼上。你说他一定会显形，那一定会有互动。对，因为他选不互动的话是没有的。哎呦，番茄你有买？哦呦，冰箱吗？冰箱？你买冰箱干嘛？它不是熏香吗？哦，欸、冰箱。又是我，又是我，够了哦。哦，有了，有了，动了，动了，动了。杂乱的乱动，杂乱的游来游去。哦，好可爱哦。武神呢、欸？这是古神。老小孩。那巫毒娃娃还是没有动。如果是不互动的话，那是不安。可以先用金粉炸弹去炸它。金粉炸弹，我去拿。拍下鬼魂踪迹的照片，是只要拍它吗？我不知道啊，没有拿相机，刚想死。相机车上不见了。我拿了一个。嗯。
嗯，刚刚没来得及拍。相机有相机有底片吗？有啊，三张。只有三张，只有三张。他在哪里啊？被拖上啊！你的房间是不是啊？香香香的香的。娃娃拿过来。我有时候来了，然后开点灯，它会那样子，会爆吗？来抓我，来抓我，在哪？没有呢，丢了，厉害，已经很炸弹，搬运诅咒玩具。哎，有啊，你在这边，对对对，拿起来了，放车上，拿去车上看一下。这样子算吗？ Oh, 啊，有了，五盏灯，打开五盏灯，来开灯。这边应该也有灯吧？三，有了。再来是熏香。嗯，熏香？熏香怎么了？就是我们手，我手上拿的啊。对，手上也拿的啊。好了，宝可梦车来了。哎、欸，可以有一个人拿那个球，拿了，开心啊！起来，我不要，臂力训练，我等下会追着那个孩童跑，我跟你讲，从背后捕获的几率比较高，对吧、啊？直接喂他喜欢的，熏香只要拿在手上就行，对，拿在手上就行。哦，来了，有这算拍到吗？我看看，应该没有啊，因为你拍到的瞬间应该会听到叮一声。哎、欸，他在哪？不算，可恶，他没有下来。等粒子吸，吸收器、对呢，那个吸收器要不要？哦，他是不是出来了？那个是副任务吗？嗯，对啊。啊，这个、哦、好，这是会把它吸住吗？嗯，就是可以挡住它一次攻击这样的。哦，没事啊，番茄时间很多。嗯，哈哈哈哈哈。那个像这个快门有够延迟的耶。对啊。居然，看一下。在这里，在等拍。这算是中机吧？弄成这样，你要不要拍拍看？你拍过了吗？这个没有拍过，可是还有一张底片，可以再买啊。我再去买。哇，三张底片100块，没有哎、欸，没有声音，没有。我来哎、欸，哎呦，东西要用紫外线哦，紫光手电筒是不是？足迹哦，还脚印哦，或者是哦，小孩的话会有脚印，小孩的话会有脚印。他刚刚走过的地方，喂！哦，来喽！去向哪走？如果他靠近的话，应该会先被那个闪。对。这个没有。哦。咦，讨厌！他被那个吸收了一次，他被吸收了一次，变二，没有用了。那我把它拿走了。小孩，嗨！哎、欸，这是他吗？对啊，是小孩啊！很小孩，你不要打招呼，他很热烈回应你。
以为他呆住了，可恶！哦，来了来了来了，准备球了。耶，补图鉴喽！在哪里？他应该还是会从楼上。好像是无界。他在哪？没有啊。他在哪？没看到啊。无界好像少一个了。我用熏香，可是没有完成吗？对，不是他，所以哇，在面前这里 ，B B， 可是现在没有完成任务。Hello， 你好，我没有拿熏香哎、欸，你死了？我死掉了？你干嘛？怎么回事？所以哦，如果不是熏香的话，那就是圣火，我去拿。没有，我刚刚没有拿着熏香。不，因为刚刚无界有挡过一次啊。对，我已经挡过了。我的熏香只剩一根，可能是镇定。嗯，我地板上有三根的。啊，快点免费的。嗯，圣火是不是？是要换圣火？对，我拿了。哎、欸，啊，如果他抓我们泥打，他有用啊？哦，如果我有看到的话，应该是可以吧？嗯，我也不晓得、欸。我这一集都在捡番茄丢出来的高级一点的道具，150块，哎、欸，50块手电筒换成150块手电筒，一根绳的新鲜换成三根的，不是有人是用回纹针最后换到一栋别墅吗？回纹针换笔，然后换纸，然后越换越高。在哪？我把灯关掉。为什么到处有东西被破坏的声音、啊？繁星又在开灯吗？没有，没有。这次很乖，只坏了一个是我的。怪，什么巫毒娃娃今天都没在动。哦，来了来了，在哪在哪？楼上吗？我去看看。在哪在哪？左边没有。在哪？左边没有。没有、欸，他没有来。哦、啊，我听到水龙头就是他开的。又来了，怎么样？来呀、啊，笨小孩。哦，在二楼，在二楼。现在二楼。二楼。右边。二楼上来右边，走到底。上来右边走到底。右手边这间。这里，不过。可是我不知道圣火可以这样直接打他吗？哎、欸，他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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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在哪？来，有，救他！在哪？对，面前，这里，太黑了吧！天哪！抓到小孩了！耶，补图鉴！耶，上学了。番茄每次都活不下来啊！有啦，他要活一场啊！有活，你做一场吗？来两场。哎、欸，我离开了，等一下哦。好，连线到游戏。正太鬼，戴着防毒面具。我的150块手电筒呢？再买一个。那个关语音真的有点笨蛋。激怒。诅咒妈妈叫激怒李维哦，有一个是拍通灵版，把诅咒玩具带到车上拍下鬼的照片。当然要出去找玩具喽。是学校？嗯，学校。
没有，看地上有一个手电筒。哦。有开水龙头的任务吗？没有。我看一下、喔，没有。只想开。只想开。哦哦，我才刚来哎，我刚进来。我跟着你，我跟着你，来来来，走走走走。哦，好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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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打电话了。下课了哦，真的是是时候上学了哎。来到这里。然后我来。啊，刚好找到了。太远了吧？那什么？哪里啊？目睹队友被拖走的那个场面，好好笑。我找到玩具了，是那个玩具车吗？你就带在车，带那个啊，带回车上啊。啊，如果是孩童的话，他就要生气了，是不是？对。刚好有一个任务是要激怒他。对。我拿到镜子啊。你要激他。Give us a sign. Can you talk?Unfriendly， 哦，成功解了一个任务了。玩具吧。啊，我已经丢回车上了。拍一下鬼魂的照片。We are friends. Unfriendly。记得按左键不是按右键。Give us a sign.Take the voodoo doll. 嗯，来这边了。Take the voodoo doll. 进来了。哦，完蛋，我不知道我的熏香对它有没有用。耶，哦，吊死鬼！吊死鬼！啊，不是，完了，是吊死鬼。这吊死鬼看到他了，我死掉了。哦，十字架，你还拿十字？哎，十字架不是你哈？粒子剂量其实100到500。100、500。有人可以帮我？没空，那买十字架。要先顾好自己，才能顾好别人，好吗？要先爱护好自己。我要把手电筒，哦，我找到了，没事，我回来了。好，150。150块的手电筒。150。啊，我旁边应该放那个了，放那两台。好像不论哪一个都是上水仙耶。嗯，没事没事，没事。嗯，我刚刚猛拍他，刚刚杀魔王的时候猛拍他三张都不算拍到。这东西是不是一直在战斗？什么？什么东西？哪一个？通灵板？这个。有啊，我有看到有一本书，看起来像书，还有板子，啊，板子，那个板子一直在抖来抖去，那应该是只是单纯建模没用好，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谁，不是我，看就是我，哈哈。没互动，哎，就是，对，我的通灵盒应该在我尸体旁边，你们可以拿着问他一下。哦，没笑。嗯，都被按了哦。魔王 ，Give me a sign。不是 sign 吧？
哦哦，有了，这是什么？打呼呼，打呼，怒吼，怒吼，是怒吼。你纠正我，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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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不是 sign， 你来，你去。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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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小心，小心，小心。抓番茄了啦，该番茄了吧？哎、欸，我去死几次了？我也死很多次啊。在哪里？哪里啊？要舔我，讨厌。啊。舔掉一舔，舔断一条绳子。那我的加你的刚好三个哎、欸，天哪、啊！这是咆哮吗？对，咆哮。我先做咆哮。通灵版娃娃没反应。对，这两个还是没反应。等看一下哦。通灵版有可能不互动，巫毒娃娃也有可能不互动，对，两个都有可能会不互动。来了，又来了，哎，又是我，哎、欸，好了。糟糕了，我去买的50块。我的十字架50块啊，贵。哦哦，怎么有洞吗？娃娃被丢了吗？飞走了，他对他不知道被丢去哪里。好，毒娃娃，这里是投掷娃娃，应该是徘徊那个投掷娃娃。哎、欸，他们被丢好远。对啊，娃娃呢？对啊，看不到了，娃娃不见了。不是，不是有个任务要把娃娃带回家？我去看一下。那个娃娃，那个已经好像被番茄解掉了。不是哦，那个哦，那个玩具啊、哦，那是玩具，那是玩具。哦，还有一个带巫毒娃娃吗？没有哎、欸，好，没有没有。我找不到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他丢去哪里了。他来喽！啊，好来不及切， oh. 可恶！死了吗？没有没有，还有一条生。还是如果假设通灵板是不互动的话，它应该就是年轻的。我拿了，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丢它。Yeah. 我也拿了照相机，一直找不到机会用它。给我出来哦！巫毒娃娃到底被他丢去哪里啊？我真的找不到、啊。我找到了，在哪？哇，他被丢的好远哦，他在那个楼梯，走进来，走进来，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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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对对对对，这边走进来，对对对，这里，有没有？地上右边，哦对对对，有没有？对，他被丢到这里来。来喽！下来，下来，下来！他从二楼下来了，给你丢。来不及了，这算有丢到吗？丢不到哎、欸，为什么、啊？所以不是圣水，那所以不是圣水，还是没有丢成。可是没有别的啦，我看他都是。通灵板还有成熟啊？对，还有成熟。左右移动是成熟，然后也是圣水。成熟，哎，也是圣水、啊。对啊，我看的都是圣水。那没关系，每个人都买一个圣水。怪哦，可恶！圣水，白开水呢？我得到了。哎、欸，有了，它左右移动了，通灵板左右移动了。左右移动，所以它是成熟。来喽！阿尼，我来了。嗯，我是拿照相机哦。我没看到他。丢了。我被偷走了。让你哦。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我会朝着你奔过去的。那你安卓。番茄也朝着你奔过去。不要。这边是厨房哦，番茄很危险，这边厨房哦。我把你做成料理哦。
要被切片啊！我要死在这间学校里面了。来来，哦，丢到了，丢到了，有了圣水，中了。哦、oh, ，nice！ 然后再是火焰，岩，一上一。好棒！我刚刚有拍到照片吗？嗯，拍不到。那没有，再拍一次。火焰哦，都买了。是火焰、哦，火焰对。我现在相机这边还有一，我相机这边还有一台。火焰，可是我觉得我拍不到它。点燃三支蜡，火焰你傻啊！我拿了打火机。好。来喽。边有一个蜡烛。那、啊、现在是要先什么？忘记了。火焰，先火焰。哦、来喽！哦，有了。赞哦！再点三根蜡烛。这里，然后这里间里面也有一根。哪一间？里面有一根。这一间吗？对对对对，里面桌上好像有一根。这边可以。不是啊。哦，那不是吗？哦、我以为那是蜡烛。那、啊、这里，我看错了。我记得，没关系，这个教室没有，就没有餐厅。这里，厕所有吗？有啊，有，这边有一个。哎呀，你先点开，靠近它就好啊、嗯。有了。来喽！哦、oh, ，来喽，小心哦、喔。我是有十字架的女人。我有可能啊，太好了，是番茄，没事的。啊，没事，终于找我一次了。你们在哪里？快跑，番茄来找我们了！快跑！我来找你。这边有一根。对，桌上。然后补什么？再是金粉炸弹。金粉炸弹再就可以抓了。底片剩一张了耶，这还真的拍不到他、啊。加油啊，切切！还是我拍，剩一张给你。哎、欸，地板上有一个相、oh. 照相机，这个是有的吗？那我来金粉炸。还是金粉？对啊，金粉炸弹炸了之后，它好像会限时一段时间，就可以那个时候拍。对啊。你去拿宝贝球吧，番茄。金粉炸弹之后就可以抓它了。对啊。对。好了，我要再来追鬼丢啊。对吧？我们没有激怒它、欸，激怒它。用上水不是会激怒吗？为什么没有激怒他？可恶！哦，那一个是这个可以激怒他吗？这个？我有魔镜啦，都有魔镜，这可以激怒啊。要吗？魔镜试试看。我丢在这边，把这个。对啊，魔镜可以直接把它叫过来，然后直接用金粉炸弹。来了、欸。OK， 来了。他应该会先被这个闪。哟，闪到了，他在这里啊，不见了。他不见。又来，没了。哦，他从我们后面。哦，对，他们竟然从这里，一楼啊，等下看不见。哎呀妈呀！啊！讨厌！拿走！哎呀！嗯。哦，出现了，在这里，你们前面。嗯，不行吗？为什么？我拍了。我刚球也砸在他身上。你球砸在他干嘛？还没啦。对啊，而且我刚刚已经丢炸弹了，我想说成功了，因为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哎、欸。可是你有算啊？照片也没有哎、欸。算哎、欸，为什么？也不对，难道不是金粉？不对啊，都已经结束啦、啊。哎妈耶！不可能不是了，是不是？对啊，因为巫毒娃娃跟透明板都有洞。洞。然后直接激怒他过来啊！他刚刚直接都是原地站着，我直接
感觉是丢了他背后的样子，奇怪。丢背后？如果巫毒蛙是不互动的话，他是银粉炸弹，可是他干鱼的跳啊，应该不是。哦，来了！我这边观众说炸弹被同伴挡掉了，所以你刚刚可能丢到自己人，是不是？哎，丢我丢，不丢我，对不起，没事没事。哦，他被闪到，他走出去了吗？他走出去被闪到吗？后面后面后面，这边这边这边，你在这里啊？不见了，不见了。不要！哦，有有他，赶快！哎，你有了有了，快点快点快点，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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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追他，这里这里，左边左边，柜子这边，这里这里这里，我这边我这边我这边，没有他的画面很黑，他前面看我这里这里这里，快点，反正他舔我了，哈哈哈哈哈！那我冷静一下吧，你们到这里，他不见了，他不见了，想不到啦，啊，笑死！番茄他来，番茄他来，番茄他来了，番茄快点过来，番茄！有番茄哪里？没看到吗？没有啊。我刚刚是不是叫你快？是啊。对啊，没了啊。他刚才在繁星的旁边。来下一位。来了来了，番茄给我番茄，番茄快点，这里这里这里，赶快前面前对啊，有了有了。老实说，刚刚打安妮的金粉炸弹是不是你？嗯嗯。你在他后面呢、欸，帮鬼挡刀这样子。我在后面呢、欸，可是我在你们的后面。抓鬼，哎。啊，这才是真的抓鬼。然后再一场吗？可以啊。好，最后一场。可以最后啊，安妮是不是累了？我还好，什么太刺激了是不是？好欢乐哦，第一次追着鬼打。对啊。啊，语音。嗯。感觉没有怎么赚到很多钱的样子。嗯，因为我们钱都拿去买道具了。嗯，只用收听机与鬼谈话，打开所有的门，进入鬼魂，打开水鬼屋所有的水龙头。啊，我们是有人要死了。不会啊，是蛮好开的啊。我们玩什么？进去。水龙头跟那个门都要打开哦。打开所有的门哦。嗯，还有水龙头。布娃娃。哦。哎。这里吗？看这个，这个熊还蛮可爱的。这熊有黑眼圈。对。熬夜的公仔。好了，楼下的都开好，关了，开了。叮，水龙头。哎呀，嘿嘿，叮，满墙了。魔镜。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今天老人们也算是不是？对，这边好像。好了，楼上门开完了。赞哦。Can you talk？ Give us a sign.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环境在这吗？这哎、欸、哦被闪了，对，我想往地下室走，是不是？没有看到哎、欸，哇啊，拜拜，冲啊！好像不叫我吧，对哦。他在哭，他在哭，通和在哭。哦，不是安妮在哭哦。哎、欸，你被拉去哪了？啊，在这里。哦，他竟然没关门。镇定不安。你说哭泣。为什么有人跑着跑着手电掉了？我不想让老友亲了。他、啊、就是灰姑娘有没有？玻璃鞋掉了。跑着跑着有掉落物、欸。对啊，怎么不是钱包掉之类的？哎、欸，有人想抢我的钱了、啊。掉落物没有啊？魔物猎人不是这样吗？走着走着会有掉落物在地上。也不是掉钱包吧？通过。番茄之类之类的。没，你说他哭泣，可是他怎么没有收到啊？收听与鬼的对话，嗯，还是那个很像 EMF 的东西。有一个任务是收听与鬼的对话，那个是要用什么？100到500，那个是用什么东西？要收听跟鬼的对话，对啊，那是什么？我也不晓得。哎，所以这个真的是年龄哎，100到500。对吧？500到1000就是老年和古神。哦、那魔王是年轻或者成熟。嗯、啊、嗯。还是你是老年？以鬼来讲算年轻，是不是？什么声音？啊！哦，我就是看东西。熏香。对啊，他又在哭了，又听到他哭声了。My God！ 好像海豚哦，天哪！海豚音，海豚音。有想到后背后怎么会有声音？嗯。哦。哇，收听声音的话，应该是用鬼笑收听器这个东西啊，看起来。可是任务还没完成、嗯、但可是他刚刚有哭声，但好像没有完成。你用这个听听看啊、哦。我们好像完成一个任务了。这个是魔镜吧？对吧、啊？你听听看啊。这好像是可以听看。你去看，倒是可以听、啊。应该收听到了吧？我去看。我去看。哦，好。有人抢了我的安全的工作。哦，刚早就说了、哦，大家收听到了，现在就剩激怒鬼魂了。哦、我看一下通灵板有可能不互动，白痴毒娃娃也有可能不互动。嗯，白天怎么了？没有，我的火把扔出去。50块，拜拜。那50块吗？不是30块。30哦，我不知道。30块，拜拜。嗯，我的火把50块。都不动哎、欸，对啊，连鬼都没看到哎、欸。哦，对，暗影是不是什么鬼？暗影，我刚刚是在2楼被拖到2楼半那边被拖了一次，所以他是不是活动在楼上？什么脚印之类的？对啊，连鬼的样子都没看到哎。他是在电梯这边被拖、啊，一直有那个磨刀的声音哎，叮，哦，叮，啊，听不到哎。那这个呢？哎呦，听到了。我刚从楼下被拖到那个纸箱那边，拖了2次。
这游这个游戏有害羞的鬼吗？他们看起来都很热情，对，很热情。很喜欢跟人打招呼，你不觉得吗？哇，真的热情到我也被拖了。僵尸蛮可爱的。哎、欸，对啊，我觉得里面最可爱的一个僵尸，他还会跟你招手。对啊，侧身打招呼。哎、欸，他也把我拖到纸箱去了、欸，对吧？好像感觉是在那边呢、欸啊。我拿温度计测一下。嗯。哦，娃娃，哦，娃娃被孤独娃娃被原地丢了一下。原地就算上来又下去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升起娃娃。升起娃娃。哦，有有有，看到。好。镇定。来来来来。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可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我看一下我的。怎么这么惨？哎呀，是我死了，是你喜欢的那只。啊？谁啊？你喜欢的那一只，你喜欢的那一只，那只美女，美女呀，溺水女尸，溺水女尸，淹死美女，好哦，好怕，哦，耶稣，哈哈，在我手上，哇天啊，那我的熏香也没有用哎、欸，对呀、啊，我刚刚还在不停的切换十字架和熏香，两个都不吃，可恶。我的熏香也没有用，我要去拿一下。哎、欸，把它抓起来，今天真的可以收图鉴呢。真的，买个耶稣像、啊。那这个女尸应该是年轻的吧？啊啊，美女啊！对啊，美女，你年轻吗？不互动，年轻。你去问她几岁，她可能就直接激怒了。来了。啊！我怎么把它丢掉？哎，气象有够重的。哦，哦，哦，这是封面图的那一只哦。哦，镇水。如果反正不互动的话，那应该就是年轻。镇水。我刚刚没有站第一个啊，为什么直冲过来后面杀我？可恶！同性相女妖是不是？她被闪了，欸、你来不及把她收起来。你老女友来这款游戏找你了呢？这个已经快了，我把她丢掉。然后这个对她无效，这个我把她拿到车上去。哎、欸，好，我再去纸箱。好，纸箱见。纸箱？哎，不是哎、欸，这是办公室。好好好，我接，喂。年轻和成熟都是圣水，打开水龙头。他又来了。来来来，抓我抓我。哦，有了 ，nice。好，那是啥？水龙头。哦，有了，我刚刚就是先关了。银粉炸弹还是银粉炸弹？我手上有银的，两个都有。你们可以用那个给的，一人丢一个就可以看它是。哦，来了，哎、欸哦，来了，来了，哦，银的，赞哦。好，水龙头关上，把水龙头关上。好讨厌的任务。什么？我去关楼下的，我去关楼下的。然后圣烟，哎、欸，这个手电筒在这边，那我在楼下找一下水龙头在哪。我楼下我关。他又来了。不行。哎、欸，你们那个任务、哦，你们那个任务是看那个捕获鬼那边的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挡掉了。哦。好快哦！圣言，那再来是圣言，然后捉起来，捕获捕获。
我去拿那个。他突然很频繁的攻击，天哪！哎、欸，我来了来了，那是在我尸体那边一楼一楼，我尸体那边的一楼。好好，我们放道具那边。看到捕获了吗？不要跑，我视眼丢了就可以捕获了。刚刚在这里啊，他跑到楼下，下楼，我下去，我下去，不要跑，不要跑啊！哎哎哎，等一下，他自己要上来了。嗯。哎，如果我被抓，你丢我有用吗？哎，谁？哎呦呦，阿切阿切阿切，番茄，他已经，我帮你开灯，我帮你开灯，我帮你开灯。这里这里这里，往前往往门口往门口冲。这里这里这里，丢我丢我丢我，番茄丢我丢他。我打他的脚脚。啊，这样还有125块。我刚还没丢眼，然后我就看到有一颗球往我前面飞过去。我按错键了，不好意思，我按错键了。我不信。我不信，我真的错天了。那个球还滚到楼下。嗯，对，笑死。番茄，番茄要练习一下，这样十一月才能玩宝可梦。他打开我的阿尔宙斯。恐怖版阿尔宙斯。哎、欸，看一下地下室。你要去地下室，好、啊，看图鉴。好，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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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看，他想自己看。安装，安装。哎，我们已经进来了。啊，好吧。可以中途加入吗？不行。哇。没事，你们看就好。他们换位置了耶。你也可以从你的主画面看。你对你主画面好像有个什么训练场还是什么。对，新游戏，那道游戏有没有在那个单人游戏训练？哦，换位置啊，没有，哎、欸，还是你也不对啊。哦，妹子，你怎么杀了安妮？这个孩童，他的脖子好粗哦，跟他的年纪好像不太相符。对。人家腿不粗的。当然不行啊！那这样这样，无界是不是快齐了？你还差什么契约？对，我好像剩下那个木偶，新的那个木偶。耶、yeah ！那、啊、一定就是下一只了。最后异常，要一个异的异。嗯，那我们剩什么？一个异的异。我们剩恶魔、木偶、吸血鬼。还有一半、欸，还有一，还有一面墙，一二三四，少一个、欸。哎、啊，我们只差四个桶子了耶。对啊，四个桶子差三个。那我们自己进去吧。喂，好哎、欸。你在下面，然后自己 key 自己的名字的。吸血鬼我们解不了哎、欸，怎么看自己等级、啊？刚出去才能看。刚好像结算的时候，好像看自己才四等五等。我们现在刚吸血鬼要九等，是不是？对啊，木偶吸血鬼都要九等。哦、啊，哦，恶魔也是、欸。我的画面是看得到吸血鬼，而且吸血鬼会穿膜，他的手会穿过这个胶囊。哦。我看、那個、他的手会在那个胶囊外面、這個。这个是什么？黑暗，黑暗会一直戳出来。哎、欸，那无界九等的话，那我们进去他的游戏场的话、欸，会遇到吗？我们打那么多场都沒有、欸，我其实也不知道几等的，因为我之前吸血鬼是跟人家玩的时候，然后遇到的。哦，那时候我应该也才刚玩。然后有个人九等就行了、嗯。可能是房主吧，我在猜。嗯。就是全场只有无界一个人看得到鬼，嗯，应该不会吧？应该不至于吧？我们看不到，我们等级太低了。我还以为长角恶魔比较强，因为他很大只，然后头上有长角这样，就想不到是吸血鬼。那他也是九等诶、欸，等级比较高。
长角恶魔、木偶、吸血鬼都是九等。哦，好，原来，这三只要留给下一次了。嗯，有空可以再揪来玩，这还蛮好玩的。嗯、真的哎、欸，看番茄丢不中宝可梦球很好笑。哦，我怎么那么烂？这个球好重哦！啊，下次就要把那个手电筒给关掉，让他丢。不要了！其实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球可以捡起来再丢，它就没有压力，你知道吗？我对啊，我以为是500块丢下去就是丢水沟哎、欸，就没了的，这样乱丢。那账号为什么还要再买啊？嗯、哦，因为有时候它可能真的会卡住，还是你把它丢到一个捡不到的地方，哦、那你就怕卡关吧。那颗球真的有够贵，500块，还是难度问题有没有？哎、普通可以丢三次。不信你玩过什么难度、啊？我就不晓得、欸。我好像都有玩过，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改版前，都比较简单。他可能没有人丢失败过。对，而且、对，你的队友需要一个，你的队友需要一个番茄。它有几个难度啊？普通，三个，然后三加疯狂，有三个。疯狂的话，它就是那些闪的灯啊，还有那个保命的，都只能用一次。嗯。番茄可以的啊，我不行。啊，对，还有就是网购的次数好像也会减少，就不能买那么多道具这样啊，圣水那很亏耶。难度大概差这样的吧。嗯。好，那我这边的话差不多要下播了，今天很感谢。各位，下次继续玩。好啊，我第一次直播玩这个，很好玩。好玩，辛苦啦。嗯，辛苦了，我也关鬼了。这边也收一收。好，辛苦喽。辛苦。好啦，感谢各位。我等一下应该就去躺了。我今天怕迟到哦，我没有补眠啊，只睡了三小时。好啦，感谢各位啦，这个真的还蛮好玩的啦，因为其实只要有办法挡鬼的，主动挡鬼的话，就真的不怕死，可以一直玩，就觉得还 OK。好啦，感谢大家啦，大家晚安啦，拜拜。